嗨，大家晚安，实况了啊！今天因为那个就是我跑了一个台北 Wacom 数位版的活动哈，所以比较晚，9点才开始哈。然后我已经那个风尘仆仆的赶回来了哈，而且回来还暴雨啊，真是一整个是很艰难的行程哈。好，那我要把这个关掉哈，我上课才会开那个符号。实况不会哈，让你们知道这实况是轻松的。我挑个音乐，我现在没挑到哈，应该挑个什么音乐给你们听？因为待会一样会有那个啊，就这个吧哈，等一下，待会再来听。好，那我现在看图哈，先看一下哪一张，先看汉轩的哦，汉轩的被我欠了一下。那我挑几张起来，今天不见得有办法全改哈。那汉轩的，因为这是我一定要先帮他改哈，这个是未来我们仰赖的战力哈。先看看，当你这么这个图层，就因为是 PSD 哈，所以在修改上呢，我要先整理图层。这个是什么？覆盖啊？这是什么？周遭的场景哦，好，牡丹呢？这是什么？身上的花纹哦，身上的花纹嘛，花纹好，人物能叠吗？能不能把人物拼一起？好像没事，OK，拼一起。然后背景这什么？背景哈，其实那个汉轩，你看一下哈，这个要怎么做？我要怎么弄才可以？等一下哈，先回到这。来，我在最底图这边拼贴一个你的，就是你的那个一开始画的内容，然后上面的呢，我们那个就修改哈，改完之后就整组一起看就知道了。这一堆这一包哈，整组到时候一起看，开关就知道了。华山有钢弹展，我在讲那个没办法去的哈，下礼拜什么时候开始？我下礼拜还要我们那个第五梯次平那个周六班还要上课哈。来自红花板，其实那个吉卜力的动画哈，音乐都没问题，音乐都很好听，就是因为都是90上的，对不对？所以音乐都好听。那但剧情就不一定哈，剧情的话就得要看那个长进的到底是谁哈。好，这些特效我先藏起来，我们先看人的部分。那我们一样用黑白来检视哈，来。饱和度，黑白检查一下。那你这个图呢？略显纷乱了点哦，就是你说什么样的纷乱？像那个，我待会就会画线给你看。我们先用那个灰阶看这一张，黑白灰阶看很不错哦。但是，当把色彩打开之后呢，你有很多颜色会开始互呛。好，那在这个位置上，我一样再定个红线哦，这个地方哦，用红线。像你后面这个战旗呀，这些旗帜啊，哈，你完全排的同样高或者距离相似，这个不好。虽然说在作战的时候，那个领兵打仗什么的，哈，你那个旗帜应该是不能乱摆。但是有时候为了表现画面的丰富啊，哈，不会考虑那个逻辑，哈，会让旗帜呢有高有低，然后呢有比较密的，然后有比较有远近感，就是像这边可能会有一片，不，拉错了哈。像游标这个位置可能会有一片旗子呢，特别近，就要尽量让画面上这些东西丰富啊。目前看起来你会觉得你已经有做丰富了，可是这个幅度还可以更大。例如像这一个维持，这个维持，可是这一根战旗可以让它就这样就好，让它靠近而且变小，然后这个可以维持这样，OK，好。那我们利用这些战旗的那个上下的高度大小。做出远近，然后你看，你们看这边啊，这个就是士兵的帽子哈，这种一排兵在后面，你让他这么整齐在这边也是不可以的。行军打仗当然要整齐，可是画成图不可以这样啊，因为它会破坏你的那个画面的丰富程度哈。举例来说，像那个这种和风的工作，我们团队的话，案件是那个之前你的璃月画的比较多哈，那他在画士兵的时候就不太可能让士兵。站得这么整齐哈，因为这种叫做画面分布的这种节奏感，
像这样，然后这边放掉，然后这边出点帽子或什么的，想尽办法哈、哦，让这些东西的那个高低远近大小分得远一点，不要呆板。那你这张我只要把背影关掉，像这个我把背影关掉，应该关得掉吧？再关掉，哎哇啊，居然关不掉哈、哦，好吧，那没办法了哈。哦哎，不对，关掉就要有个底哈、哦，所以应该怎么关？关掉要看到底下，所以我知道怎么改会比较好。我如果做任何更动，会看不出来。好，然后把红线先收起来哈、哦，然后我们看这个，这些旗子，我们看看能不能改一些上下，因为你是独立的嘛哈、哦，那我就可以改。我把这一个先挖下来。那你那个汉卷这一张我会改的比较仔细哈，因为这个是未来可能是一个接案的重心哈。那我们来看看，等一下，然后现在我们同学里面一票人在练和风，你们是刚好我课程里面新课程里面有和风题材哈，有和风教学，然后你们就毛起来练和风，真是个奇怪的巧合。好，这一根挖下来。然后呢，变小，靠过来，靠到这一根的后面。好，那就显然可以再改。可以再改或者翻。因为我觉得原本的位置并不是很好，或者变大。我们让画面在这些东西的配置再丰富一点，那会不会这样卡头？有可能会卡头，所以位置移一下，就是会卡在头的周遭，那会影响那个轮廓的那个，就会影响轮廓的那种独立性哈、哦。所以我们把它分开。好，看后面还有没有什么要分的？我看你也分了几层嘛，也是很害怕画在一起哈、哦。这个为什么关没把全关掉？你是放在哪里啊？真是很难，就是当 PSD 都给我的时候，我也很难看得懂哈、哦。那一根旗在哪？这是一个洞对不对？不然怎么会拿掉之后啊？这边有一个洞哈、哦，场景上有个洞，所以我拿掉就啊一部分在，这到底这很像在选。在怎么在寻宝还是怎么的哈、哦，会找不到那个地方在哪里？你到底在哪、啊？你不在这，也不在这，哦，这画在这里了，就粘到背景上去了，是不是？那就比较难改哈、哦，比较难挖，没关系哈、哦，我们先简单调一下。那我们先整包群组开关看看哈、哦，整包开关看一下，你看一下你原本的旗子放法，光右边那一块就好，你看一下。然后后来放法，这个就是表现出空间远近，有大有小，而且是差距很大的，不能差一丁点，差一点点就等于没有差、哦、在观感上那个距离就会拉出来。好，再来就是说我觉得人物的部分略显那个就是可以再更好一点，那因为我已经把它包成一个群组了、哦、效果也关了，牡丹这个牡丹可能也得拼到人身上、哦、那为什么不能就这个图人多了就会让我开始害怕，到底该怎么弄比较好，效果那为什么牡丹为什么在效果上面，这个让我很疑惑，这个、应该在衣服上会比较好。好，那我现在要开始帮你把人分出来，分个西上，这个是这个分的这个不够，来新增我就只是喷射就好。皮肤颜色浅色，头发颜色浅色，天空颜色还是浅色，你这样根本隔不开。好、哦，那我们可能会有个做法，就是说刻意的把背景人附近弄深，衬前面的浅色。这样的话你看到、哦、光这个图层上去，你的那个人物就会比较突出，有没有？就比较明显。只是说你颜色要用的比较隐晦，不一定要那个，就是不一定要那个用的非常明显哦。像这样故意用这个蓝色把后面遮掉。好，那我们看看这里，
人有没有跑出来。那如果你发现有达到这个目的的话，其实就在那个前后景强调上面，你就应该稍微更略懂一点了，对不对？好，那用橡皮擦，好、哦、修一下。好，看一下，然后也可能要用另外一个方法。我现在把背景都粘在一起哈、哦，不然的话没办法改。好，都粘在一起，然后再放个绿色，这个绿色，绿色是现在比较我自己用起来就也不错了哈、哦，就是可以直接把背景的层次直接打弱哈、哦，只是它打弱效应难说哈、哦。来看一下，再比一次吧，你看。原本这样比较乱，像这样会稍微整齐一点。好，再来的话，人物的色调上面，其实这样的对比可以再拉高，可以拉到这个程度。然后绿色的部分，这个很微妙，到底该不该留着？好，这个绿色放这，然后把这个绿色底下草的部分去掉，因为这个算比较偏近景，我们把它留下来，让远近呢有变化，场景上有变化。那你就是很容易，你就是你的呈现方式呢，在这些地方，在这个位置最乱，这里最乱，然后这些地方跟背景也有点黏齁、哦、你看这个地方已经跟背景已经黏在一起了，基本上角色就尽量不要有这个问题发生。那这个时候被迫要，不是被迫齁、哦、一定要这么做齁、哦、就是让你看一下那个你的学长姐齁、哦、就是乌鸠跟黎月他们的稿件。来，这个是乌鸠的图齁、哦，乌鸠的稿子，哦，这个我同样拿到了，这个可以，因为图可以发布了，我就可以把它拿来那个贴上去哈 ，LOC 的牌卡的那个 mark， 这个，这是乌鸠的，它不容易产生，你看这个就专业的那个基本技能之一哈，乌鸠就做得到，它的人跟背景不会黏，你看头发亮，周遭暗。那如果你遇到周遭也亮，头发也亮的，那你就看它面积大不大。面积很大，那就要做些别的打算。那目前的话，这个并就是你会觉得说，这个是运气好，碰巧它的头发跟背景这边的色调相近的部分运气好，所以它的那个面积小了，不可能。那这个是一定画的时候都有注意到的，这都会注意到是刻意经营的哦，因为你可以自由的改变后面的颜色状态，然后想办法去凸显前面。那这些观念会怎么讲，潜藏在你的画技 DNA 里面，随时随地体现这些，就是这叫专业度、哦、就是当然你也一定要遇到这种问题、哦、他觉得你也一定要遇到这种问题，你才能提升这种专业度、哦、就是一定要的、哦、必然的。好，那既然神鸠的图点了，就让你们再看一下，来一二三、哦、然后人跟景的粘着度，它的处理法人跟景不会像你这么粘、哦、好，那再来换这个是那个谁，黎月哈，黎月大的啊，黎月现在不可应该是不用再想着要改笔名了啦哈，因为然后一年前还是什么时候，那个黎月跟我说，老师我想改笔名，因为有另外一个早就存在的黎月大啊，另外一个黎月大是男的，男黎月，然后我们黎月是妹子哈，女黎月。来，这黎月的图，人景的分离程度可以看一下，你说这个。人跟景都有暗的地方，可是你有哪里分不清楚的吗？你有没有哪边容易误会的？不会太多，但是汉轩的你就会这样，这边粘起来了，对不对？粘住了，你要用各种方法去把它强调开，加一株草，加一棵树，或者用各种方法去强调开，不然的话，你会发现你的人好看，加了景之后变成好像忽然间变得比较效果变弱了，因为你上色一定是先整只人上色上得好好的，那背景忽然间影响你的人的美感，这个到底发生什么状况？这是你的整体处理经验不足、哦、好，那我现在我必须就是我刚刚做这个动作还不足、哦、还没有办法帮你把那个人景再分开，有可能我必须就是硬来、哦、改暗一点，有时候可能要这样，你看你的人才会再更出来一点。那这样如果你要白天可以啊，像这样用这个色彩针子加了之后，我们再用擦除的方法把某些地方去掉，把白天的感觉带出来。只要你去掉的地方不是人，那个附近需要强调，像这个去擦掉在上面的，
擦掉在这个洞上的、哦、这个洞，然后人在附近的，人的附近不一定都要留白边，有时候呢留暗色也是很重要的、哦、就是看你缺什么就留什么。缺什么就补什么，你看到这个色彩真的加上去之后，有没有发现它人比较清楚？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你的那个亮暗强度可以再提高一些。我刚刚已经有调了，可是可能还可以再高一点哈、哦。我再看看一下哈、哦，这样反复调几遍，嗯，再调高一点。那尽量不要去让你的色彩有被破坏到。那我们先比比看。这里原本的是后来的人物的耀眼程度应该有再出来一些、哦、好，再来呢我来更动一下你的那个，就是更动一下你人物的那个美感动态、哦、我先调身体，把你身体的部分再调一下，这个部分看一下红线啊，这个红线我就大概擦掉、哦、我们来看一下、哦、首先身材的部分，这个是你的腰的位置、哦，我会觉得你可以在高一点的地方就缓缓的二阶段的变下来，然后屁股可以大一点，屁股可以大一点，比你想再大一点，因为你目前的话屁股低太低了、哦、就是我用绿色线画比我想的还低，然后呢比我想的还不大，所以你可以在更高的地方就直接开始要走向那个腹腔，再走向臀部，那屁股就会变大，配你的身材就会更好、哦，那我们来用异化调调看，哦，你这个外面有东西是，我来帮你查一下哈、哦。然后这个地方有些视觉上的那个 bug， 就是说这个到底是什么？这是什么？夹在大腿是什么？这个可能你要交代一下哈，因为它不合理，而且不顺眼。然后这一块带子啊，我不知道你们看参考资料，如果有的话哈，我的建议是做出一些上下起伏。然后把两个胸部呢做形状做好看一点，这个形状不够好，以我们的标准来讲这不够好，要好一点，当然是要大一点。好，腰是真的一定要比你现在的位置再更大哈、哦。你说这个东西，因为你草稿就先给我看了嘛，就线稿那部分我就有看到了。好，可是这就是那个厂商也是会有这个毛病，就是上了色看到更多啊、哦，因为色彩有面积感，就看到你的哪些面积不足啊，还是什么的哈、哦。然后这个双马尾这个位置有点碎。可能可以拼凑一下，把某些地方接在一起，不然它这个太细碎了。这边表现的蛮好的，这边很不错，但这一边的那个比较碎一点。好，看一下前后差，身材可以到这个程度，你先不要觉得好像下半身会变得很大或什么的，应该是不会。你原本的话有点不太平衡，怎么下半身好像忽然间好像要胖胖不起来，然后纤细感觉上也没有，但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好，有一点个人喜好，但是我认为应该对你是有帮助的哈。好，再来的话我们做颊光，虽然说我把背景颜色改过了，但是实际上它还是那个人跟景的强调还是不足哈，所以我在这边要用颊光，然后我试看哪个颜色好，我们先用橘红色看看。那原本把底下背景呢用那个色彩增值，也是为了这一次颊光加的时候呢颜色不要爆。粉粉的是不错啦，这个像这个用高彩度呢加在你边边，
夹一下。那因为它不会整个天空都有，它只在你人物的轮廓凹陷处有。这个你会觉得说会不会就又返回来又把人物附件画亮？哦，不会哦，不是这个这样子哈、哦，你不要只是想着说用只是单纯亮暗看而已哈、哦。到夹光这个部分来的话，就是用一些重点颜色把轮廓给想办法加出来。然后你的这把武士刀啊，待会我再改一下给你看，就是这把武士刀应该整个后面要变浅，要变浅一点，最少它卡在手这附近这上下两个部分，你要想办法把它隔开，不然的话它会破坏你的手。那今天有那个我想要改多一点图，但是我坦白说时间是不够的，为什么呢？除了我很晚九点才开始之外，还有另外一个重点是那个我们近期有几个学生，就是画技已经很不错哈、哦，那个厂商已经在找面试啊、哦，然后呢刚刚好差不多这个时间点，我在猜，可是不是应该是那个过完农历年才是那种离职潮以及所谓的那个求职潮吗？求职潮的话有可能暑假就开始啦，但是机会应该是在过完农历年才会比较多吧，但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就我们的几个同学表现优异，所以他那个游戏公司在 要面试的。好，那要面试的话呢，就会遇到几个问题。到底面试的时候呢，主考官可能考你什么呢？虽然有可能如果我今天在这边把我听过的几个主考官可能考的内容，包含今天听到的，今天那个在活动当中听到组合在一起，这个有可能变成破梗，万一被游戏公司的美术主管知道，哎呀，你怎么知道我考什么？好，那我换招，换下一套。万一遇到这个事情，你们应该说，你们现在也只能寄望说，不要游戏公司的主管们不要来看我实况，要是看了之后呢，他们想要换题目，完你就死定了哈、哦，也只能这样哈、哦。少算了离职潮，被离职潮。被离职潮就哎，这我就真不知道了哈。那我的学生里面有很多，其实我都会认定他已经像汉轩这个要走游戏美术，我认为是没问题。我个人认为应该是没有问题哦，毫无用的没问题。但是汉轩呢，现在就是跟我一样不想出门哈、哦。好，那我们既然不想出门，要完全接案的话，那你就给我往最商业的方向抄，反正你本身也喜欢这种风格，那最好哈。哦，这个风格也很需要干哈、哦，来再一个，这是第二个，等一下，第一个先改改色啊、哦，改改看啊、哦，好坏不知道，但是改了好像不改比较好，原本第一时间选的颜色好像似乎比较好一点，哦、然后再来第二我要第二个。第二个类似的动作，那我不要用复制的哈，我自己重来，我用加亮颜色。那这个效果的话比较夸张，压在边边呢会破坏底下的层次，但是我挑重点加，好，然后把人附近清一些掉。好，这用这两个把前后再分一下。那其实你的问题最明显的是在前后的问题哈，前后景的就是人物跟背景的分离不足，然后角色的话呢，就是身材的那个玲珑有致呢还欠缺哈、哦。你看我现在做了这么多动作哈、哦，然后后面还有些地方还是粘黏，这个地方粘黏最明显，就是分不开，在这边必须多花力气，多花那个注意力。观众才能够把它分成两个东西看，那这个就要改进，因为商业上不可以这样。那我再改改看，用什么方法好，这个应该并一并的，绿色，对啊，绿色都绿上去了还可以这样子而已，真的是就代表你的那个背景的那个，就你的观察敏锐度比较稍微可能疲倦了，我认为是疲倦比较多。好，咱们放个图层，把这里
遮一点掉。如果真的宁可让人出来一点，好，然后可以再用，如果后面的步骤都玩片了，你就可以再玩这种外光晕的技巧。外光晕有看到吗？这个不会影响你这一层，那你也不用去考虑说，哎，怎么办？我人好几层怎么办呢？其实你只要抓个选举方在底下垫一个，或者你弄个替身都可以哈。替身，上我课同学都不会不知道什么是替身嘛，你就弄个替身就好了。来，要勇敢的把它炸开哈，让它爆出来。他说这个炸成这样会不会就难看了？有可能啊，你把这个替身，你把这个光晕呢复制出来哈，建立图层。把它建出来就可以擦掉了，就可以用指尖的。那你看哦，不要它的话，你人跟景的粘加上它的话，本来日系它背景有一些这个东西本来就是一定要的哈、哦。然后指尖动点手脚哈、哦，把那个边缘不顺手的推开。这个上课是没有用这一招哈、哦，因为要看条件。不是每一张图我们都需要做到这样，人呢就可以再隔开一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花的这些时间能不能把人景再分离哈。来，这是你的原本，你现在看得出乱的吗？你能不能觉得它乱？它像这样分开，好，那分开之后呢，其实这个都分离之后都还可以再想想别的办法再处理哈。背景，因为我一直觉得背景可以。来，我把上面都关一关哈，我可以再做一下。这是背景，单独背景的复制。然后呢，我用那个上色模式，把它变成同一个颜色。你看，隔开，好，把。这个也算是替身、哦、隔开之后呢，降低透明度，还原底下一点点颜色回来，不用多，还原一点点，你人就比较明显了。你再看一下，再看一次，再看一下屁股、哦、然后这张图的话呢，严格来说，构图上还不够平衡、哦、就是你的身体呢是在这个位置上，这个位置上，那你这边就是轻了，对不对？好，建议你头发往这边荡。这样荡回来，这样这边会稍微平衡回来，但是因为你这个人本身已经斜掉，而且这个斜又不像是未来可以明显站回来的，看这个感觉是往下就往下站了，所以他整个人就是有点倒，对不对？那有带上所谓的动感，可是动感呢一般都会想办法在某些东西上让它平衡掉，像这个头发靠回来或什么的，想办法让其他的动作，其他的那个画面上的拉扯力量提高，让整个画面再平衡住。确实也有些图是那种整个人物是被撞到喷到另一边去的，也是有，但是不像是你这一张，你这张像是一个就是灵活的站姿构图哈、哦，所以我认为你的头发你可能要考虑一下，要么就把这边再加厚，但这一张是值得你再修一修，因为它会是一张很好的范例。那这样把这边加厚，然后可能后面的头发你我这样修这个会让你很痛。因为你花了那么多时间做翻折，会让你 很害怕，但是我认为它稍微少一点，往右边荡一点，这样会更好看。然后刀的地方我不帮你改了，就是做一点浅色把它隔开，跟头发稍微再隔一下什么的， OK。 那你这张先改到这个阶段，你可以先画下一张，这一张可以隔一阵子再回来调整，因为你如果画完没几天，你的那个判断力还是钝的， 你就是你已经看习惯了它的对错 bug， 你全部看习惯了，所以现在就算改了让你看差异，有时候你还是体会的不能很深，所以我会建议你，你可以先画打新的稿子，然后呢隔几天回来看，然后回来调图，调完调到这个阶段再给我看，我们再调，因为现在是要把你弄成品牌或是往外推的话，你的那个作品集就要够、哦、OK， 先这样子就好，先做到这样再说。好，就这样了，去吧。OK，
什么东西换汤不换药，别这么说人家。有时候考，他们要是生气的，我们同学们上不了就糟糕了哈、哦。所以这些主管们，这用这个题目是对的哈、哦，是正确的，请继续使用啊、哦，好好的用哈、哦。来，先看蓝鲸哈、哦，蓝鲸已经啊、生了个蓝鲸宝宝哈、哦，所以完全在图面里面看到蓝鲸的这个当妈妈的心情。好，哎，不对啊，这个不是哈、哦。那我说先说一下、哦，因为现在我的平日课上完了，所以我的那个我的那个礼拜三大致上就快空出来了哈，所以如果今天讨论图没讨论到的，因为我知道很多人第三次的，我真的知道，只是我知道明天也同时间有人排了，就我知道就两个以上哈，就是排了那个要面试游戏公司，对不对哈？就反正接下来一周很多就有几个同学陆陆续续的被游戏公司约去面试啊，作品够了嘛哈，那水平够了，那人家要用你们了，所以我一定要在今天晚上跟尽一个老师的责任哈。遇到一些测试的问题该怎么解决？那我有听到几个可能哈，那我来待会演练给你们看，画给你们看啊，当成一个机会教育。虽然我本人没有在除了高中打工以外，我就再也这辈子没有再打过卡。刷过卡，就要打卡嘛，就打卡不是要就是上下班要打卡嘛，就逼那个东西嘛，我就没有在打卡过，当然也就代表我没有在游戏公司上班的经验，可是我有跟很多游戏公司有配合长久的经验、哦、跟主管们啊老板们啊或什么的、哦、有些其实也是有点有就是都会有的没的都该知道也是知道的算是多啦齁、哦、虽然不够懂得不够多的我也会去打听齁、哦、我看一下蓝鲸有没有给我那个去背。哎呀，居然没有啊！来，金姐啊，来，金姐居然没有给我去背。好，没有去背怎么办呢？有问了两个问题啊、哦。问题一，哈、哦，蓝鲸问的问题。问题一，光影有选色色盲。好，再来，问题二，背景还没定案，要重新打掉吗？这个背景我觉得不好，你人物画得很好。我觉得蛮好的哈，真的是很不错。但是你的背景不好，但你这个如果有给我一个去背图的话，我们比较好做哈。那就光人物来说，哎，但还是先等一下啊，大磊那个金姐，你要不要之后给我这个的去背图？礼拜三我改给你看啊，因为这张很值得讨论。啊，如果看金姐在不在，在的话呢，出声啊。你给我去背图，然后因为这个我不可能凭空这样子在帮你画背景哦，因为这样会伤到人物，所以我认为为了这张好，为了你好，这一张礼拜三讨论啊，你要给我那个哦，没关系，金姐晚点看到，要先抱小孩哈、哦，有哈、哦，那个那礼拜三已贴啊、哦，贴了，那就现在哈、哦，看一下贴到哪了。贴在哪里呀、啊？然后其他同学就麻烦你们再贴哦，我礼拜三会补，我会追加实况，好不好？礼拜三咱们就实况，然后我再继续讨论你们的问题。不过你们图很哇，怎么那么多啊？我不知道你们贴了那么多图哎、欸，第四次发图好几个，左笔第四次哦。哎呀，那我得对不起你们哈、哦，今天我们得礼拜三好、哦、再追加讨论。是我哪里弄错了？怎么会这么多？我忘了把它点开还是怎么样？我忘了把那个文章点开看，我看到其他几张。快点，在哪里？好多、哦，好多是第三次哦，我都让我内疚了一下。好，等一下，好，先处理金姐哈、哦。那个会有同学会就有不是我课程同学的会有来私讯问说是不是都只能讨论我学生的作品，我们那个龙子数位课程的学生作品，当然不是，只是一定优先讨论他们的，我一定要，这个是老师的意气对吧，我相信所有人都能理解，不管你是不是我学生，你都一定能理解这一点吧，我总不能我的学生的图假设都大家都发三次，然后我课程学生发三次，然后
不是我客人觉得发三次，那我怎么办？我当然一定要，我怎么办？哦，不行，我们自己人先搁一边，不行哈，这个自己的学生要，我会重视一下这个义气哈，所以我一定会先看，那请有点耐心啊，慢慢的再发哈，我一定会讨论到的哈。好，这个金姐，这个我觉得背影你不要用这个，不是不能用，而是说你最好用一点不要太平衡的背景。你这是什么？哦，没事哈，弄错了。不要太平衡的背景，然后我在上面用个红线框一下。所以太平衡背景就是对称，你这就对称了，有看到吗？左边、右边两边，就左边有什么，右边有什么，这就是对称。最好让你的背景能够帮你的动作骨架说话，哦，就是给它一点动态，一点翻转动态，一点整个喷出来的感觉。反正基本上就是不要对称，对称的话呢，就会让你的这个景，让人物呢变得像个牢笼一样被关注。你看这个动作，明明就抱着小孩，然后要挥刀，哦，这个非常有现在你的心情。但是你看周遭这样一对称，就像个牢笼把它卡住，那个动作的威力施展不出去，哦，所以最少这个地方。挥刀的这个地方，你要么就放，就是说，以景来讲，可以整个都喷掉，这挥刀就出去了，对不对？好，当然强调的方法有千百种，用暗色也可以，这样这个挥刀的动作也能出去。不管怎样，你不要让这一挥刀的动作后面的景跟另一边没有挥刀比较平静的景的条件相似，那这样就没有用了，完全没用了啊，哦，那个景就白做了哈，哦，所以。我的话，我会把这个景，你说能不能砍掉？我当然砍掉哈，哦。那我们画那个，我们画插那个精致插画的话，背景是要用来衬托人物的，要记得用来辅助人物的，这是厂商发案它的重点哈，哦。那或许你必须独立锻炼一栋房子怎么画，一个森林怎么画，一个竹林，一个一的，或许你真的得要这样练，但是。不管你怎么练，你都不能说，这个背景遮住太可惜了，所以我一定要让它整个跑出来。你在画所谓的接案的精致插画，你都不可以这么想，该遮住就遮住，以人为主，人才是整个图的重点哈。像这样拿掉，你看拿掉多好，就是人就喷出来了。然后呢，我让人底下，我用那个方头笔就好，我让这个地方，你看这个绿色，这个绿色不错啊，我让它出现在这，另一边。浅绿色，不管怎样，我就是让你不平衡，视觉上就是倾斜的，不平衡的。我觉得生小孩是非常厉害的事情。有那个一个好像一个影集还是什么的，反正有一个角色叫妈妈，反正也是妈妈的角色，然后他。有说就有反正有好像也是一个男房客还是什么的，就问他说那生小孩很困难吗？然后那个妈妈就转头瞪着他，你去试试看，把一颗西瓜从一个柠檬那么大的那个挤出来，你就知道他难不难。听下来我就哦，我这样讲当然有一点，可是确实他要具体描述这么说好像也对哦。不好意思，我必须这么形容，因为我觉得这个形容很贴切。那个能够当妈的都是那个万中选一哈。前阵子有听到那个太监，因为一般女生跟男生的战争哦，男女的战争就会在哪边呢？就会说男生就会，反正女生有很多人那个月事会很痛，对不对？我们好像聊过这个事情嘛，就是男女的战争就会一直在那边无限的那个。循环下去，女生就会说：“那你就越骂男生，你想知道多痛，踹一脚哈，你的要害那边踹一脚，你就知道多痛，踹一脚，然后再踩在地上碾一碾，你就知道我们每个月那个来多痛啊。”然后男生当然听到这种形容会很害怕，因为这种事情你会立刻脑补，你会联想，连接到你的内心的痛感神经，然后就啊，好像有点痛这样。画面没了吗？断了吗？
断的哦，画面断掉了，哎，我的天哪！哎，我看看哈、喂，有出现了吗？好，那个刚刚那个全亚洲的伺服器啊，因为我刚刚一开始连它那个伺服器效率最好在香港，数字也有一点高。然后那个看那个什么东京的，然后连台北的伺服器的那个品质很差，那我当然就选新加坡的哈。然后选下去之后，刚刚断掉之后，我再重连之后，发现每一个 pin 都很高，就整个标超高，那它就会造成退去断线。呵，有回来了哈，刚刚我讲到哪？不知道，那算随便哈。哎，连旧金山的就好，可是那个它 pin 那个数字很高哎。哦，都要传哦，传都要传回旧金山了、啊，哦，这样子啊。台风前进中，我的天哪！我们如果是因为这样就如果真的，因为以前好像也发生过嘛，哈、哦，暴雨什么的，然后整个实况就大断这样，就啊，不过这种好，我知道是不会是只有我啦，哈、哦，哪那么倒霉就只有我嘞？因为熊山。今天我去活动才跟那个同学哈，我们阿本聊到这个事情哈。阿本是上尉啊 ，Captain。好，背景先不画了哈，我就先把他这边先去掉。不会啊，大家开心啊，放台风假啦。好来，好看人物的部分哈。你说那个人物部分却会不会有那种？你不知道怎么选色的问题，确实你的那个，你看这是你的颜色，那个来金姐哈、哦，看一下，这是你的颜色，黄，这个橘，这个好、哦、开的偏红，那我认为你要把你的图切成两个，就是说任何一个区块切成亮面跟暗面，主亮面跟主暗面，哦、在这边你要想办法尽量做到，那。主亮面的话呢，除了高光之外，它色彩差异要相近哈、哦。那你的那个，你所谓的选色问题，其实我不太确定你讲的是哪一个，就是因为就我看到的话，我觉得它的层次是不够明快，不够明快，就是没有像这个叫明快的话，就看这里哈、哦，这里就很明快，打叉跟打圈这边就很明快，就是有差异。那如果你能够让这两个地方再有一个色系差，那就更好，好、哦，就一个色系跟。彩度的差异就更好哈，那像我再这样吸这两个颜色看一下，你的那个彩度差异，这边也不太明显哈。我认为主要亮面跟暗面你的那个彩度要有差哈。那我来试试看，我来规划一下你的这一张的亮暗哈。我想想看，从红线这边来规划一下，来暗面的话呢，这个看起来像是右上角的顶光哈。这个角度的光、哦、所以应该这边暗，这一块要暗。好，胸部的话呢，露这一块亮，其他的暗。然后这个是小孩子、哦、这个小孩子你放在这个位置的话呢，它受光的可能性少，所以你要有心理准备，它这边可能会暗，可能这个额头这边亮吧，其他地方暗，手指头这边能亮是最好。好，这边暗，连身体全部暗，火化斜线地带全部暗。
然后腿一伸出来，伸到什么阶段会开始亮？因为这是由上往下的光线，然后你这个整个屁股又往后翘，再往前抬，大概到这里。好，那这条腿呢，虽然你刻意经营了这一块，但是以整体架构来讲，这个应该整个都暗。然后呢，膝盖以下呢要暗中更暗，哦，应该说它就是要更后面的，然后这边亮出来，膝盖以下按下去。好，脚掌呢亮回来，哦，你要把这个次序做好。然后这只手臂的话呢，上面亮，下面按，基本就这样，哦，基本款你做到这一点。然后头发的话，这些地方都是照你原本这么做，哦，好，接下来呢，我要做的动作呢，是用那个色彩整合的技巧，哦，我们来选选看。好，我把你的那个我想要的亮面先套出来，哦，用 L 套出来。那不可能太完美，哦，但是我们就尽量来，大概在这里吧，套出来，还有这里。好，头发有几片，我把亮面都套起来。这里，这边呢只保留亮面就好。然后胸部这边，因为我顾虑到这个小朋友，哦，你的小宝贝，哦，所以我切这一块，然后立面胸部就不要了，哦，切这一块，这是我认为的亮面。好，再来整个身体都没有了，哦，往下到腿这边亮的应该在这，还有这，就切这，其他地方，其他地方也应该要有亮，但是我先把这几个地方先放出来，先不要好了，哈，来，这几个是亮面，然后呢，我透过羽化呢十颗像素，好，然后呢反选，把角色复制一个出来，看一下，哈，有没有看到那个洞？洞就是我刚刚框的，我认为的亮面啊，这些。当然，好，这些图层五这个呢，就是都是暗面。好，那暗面的话呢，我要把它上面的这种明显的光影切分呢，这个去掉，这个去掉。好，然后呢，我要把这个暗面的颜色调低，彩度，你看它彩度降低了，更狠一点就是这样，全灰，好，但不用到这样，好，再降低一点彩度。然后呢，对比也这样靠近一点，亮的跟暗的稍微拉近一点，再来呢，反过来，哦，把亮面找回来，把亮面呢都上亮，我们来比较一下吧。这个没有做得很仔细，哦，但你比较一下，你这是你啊，这个真是难比较，这个拿掉好了，哈，来比一下这个，这是你原本的，你会发现人物没重点，人物身上的亮跟暗都没重点，这是整合过的，看到了吗？整理过的，就是说你要有所牺牲，牺牲些什么地方呢？你自己要去把它判断好，这就是亮暗整合，哈，然后我们可以再把它做得更明显。好，首先这个的话加上外光晕，用加亮颜色，不要超出人以外，然后用橘红色，展开一下，哇，好夸张哦，就不能有一两个数字稍微像样一点，好，这外光晕，然后它必须收在人物内，所以这个可能也要做个，这个可以做吗？我现在看这外光晕，要怎么弄才可以弄在人里面？这样，哎，可以，好，然后这一层再改改看，我让它色系偏一下，整体偏
偏偏看。这是你的阴影，从整理过的，重新整理过的阴影，然后我们再一样整张比较一下。如果说你觉得你的亮暗判定出问题了，就是做不好了，那你就看看要这样。这样会比较明白好懂，那因为是用快速的方法帮你做的，所以它没有办法很仔细。那如果要仔细，就得要在后面的步骤上认真琢磨，我弄给你看看，外光先拿掉好了。先拿掉好了。好，往上新增正常的图层，我们把亮暗分离一下，分漂亮一点。刚刚讲哪里亮哪里暗，你要把它分清楚。飞弹哦，我们来聊聊飞弹的性能好了哈。我在看那个空战的作品，我知道我这个人哈，就是我比较天真哈。来，我这些都藏起来哈。金姐，这个看一下，这个涂层器是目前的替身哈。好，那我讲一些空战作品是。我就觉得飞机要是被飞弹缠上会怎样，你说就一定被炸掉什么的。飞弹总是有燃料会耗尽吧，一颗飞弹能够放多少燃料，一定它燃料一定不可能比飞机多，对不对？我知道我是军武假军武迷，号称喜欢军武，但实际上外行。所以我认为齁，你就被飞弹追到，你就一直飞一直飞一直飞齁，加足马力的狂飞，飞弹应该追不上你才对吧，因为它飞它应该掉下去，然后燃料不够啊。但为什么飞弹都追得上，事实不是我想的这样。事情可能不是像我想的这么简单齁。然后那个你们知道我小时候看一部电影齁，那个电影叫《捍卫战士》（Top Gun）， 知道吗 ？Top Gun 就是汤姆·克鲁斯演的。那好像有第二集，怎么我都奇怪没看过第二集上映过。当时他的那个飞弹飞到飞机附近就会自己引爆，哦，这也可能可以解开为什么说飞机没有直接挨弹，然后它就炸掉。就是假设有这个飞机，哈，小时候飞机都这样画。然后飞弹到这附近，好像到一个所谓能够攻击范围，在这边就会爆炸。爆炸光是碎片就可以让你掉下来，那重点就把飞机打下来嘛，所以不一定要直接打上来，直接把你轰掉。那我其实看过几部空战的那个电影，然后我也很喜欢空战游戏，像那空战骑兵齁，就是那个 S Combat 的那个游戏。我那个我们常常跑给别人追啊，就一直被锁，然后就开始追，就开始跑，我们都跑得掉啊，除非猪一般的队友一直在那边乱，不然我们都跑得掉啊。所以到底飞弹是飞得多快才可以赶上飞机，然后让飞机直接扑接。来，金姐这边看一下，女性角色这一块二头三头，不对，这一块肌肉，这个当然是三角肌啦，这一块跟二头肌的界限要非常隐晦不明，比较清楚。然后这边的亮跟它的浅色，就是亮跟它次一级的颜色差异小一点，当你这个亮跟这个次一级的颜色差异大了，你就模糊掉主亮面跟主暗面它的绝对差异，你就会把它弄糊掉，因为这边它上面有自己的亮，这边有自己的暗，然后感觉上好像三四层楼这样，就难辨识，那你就会失去很多。你以为你在增加它的亮面，实际上你在破坏你的主亮暗。那样我分开，然后脸上其实也有，然后你嘴角不要这样翘。就算是一个比较嗨的战斗姿态，也不要翘，不要翘太高。然后牙齿的部分，要研究一下。
然后那个这只叫神笔，然后那个什么我看有两部电影啊，一部电影当然那个更早以前很多人根本还没出，很多同学还没出生之前的那一部叫捍卫战士的就不讲了。讲一下有一部应该大家小时候看过的哈，叫做什么那个冲破封锁线哦，就是那个什么什么它叫什么，它叫什么，反正就是一个本来它能够演喜能够演喜剧，也能够演比较严肃的那个，我忘了啊，对，欧文威尔森他演的那一部知道吗？冲破封锁线，然后他们的飞机也是被那个地对空飞弹追到。追到，然后一直躲，一直躲，然后一台被炸掉，然后另一台就是被炸之后只能那个跳伞，所以他们就整个被限制在那个拉脱维亚哪个国家里面，然后在里面就只好开始被追杀啊、哦，因为那个国家就是要那个什么湮灭证据，还要有大屠杀嘛，然后那台战机其实都有拍到证据，然后逃走，那就看发现那个飞弹真的很狠啊、哦，我本来真的是以前很天真认为人应该躲得过。应该说我们开战斗机应该躲得过飞弹，结果看起来飞弹还是很厉害哦。然后另外一部电影有看过吗？哈里逊福特、哦、老爹以前演的那一部那个空军一号知道吗？就是他演美国总统，然后只要是美国总统，应该说台湾的应该也叫空军一号吧，反正就空军里面第一号，最好那台飞机要给总统用、哦，然后那个哈里逊福特那个总统呢，他就是得罪了俄罗斯，因为俄罗斯解体了嘛，然后他反正他里面有一个政权的那个独裁者被他绑架走，被美国总统派人绑走，然后呢就说要反对恐怖暴力什么的东西把他绑走，然后结果代价就是害整台空军一号被人家绑走，然后他就变成一个人一个总统发挥他的主角威能、哦、想办法解救大家、哦、然后有肉搏战，有枪战，然后还有空战。空战是因为那个，因为他们那个飞机快要被，就因为被那个整台空军要被劫走，要直接开回那个国家是，反正就俄罗斯啊，要开回他们境内。那如果开回去的话，基本上如果这一落地，那美国总统就会被绑架，而且飞机上还有他夫人啊什么的、哦，他女儿哈，就是第一家庭都在里面。如果被逮到，就应该是美国会被勒索到死掉这样。所以那个老爹哈，哈里逊福特就要想办法拯救他们。那好不容易把那个什么飞机上的怪都打完了哈，怪都清完了之后呢，哇，那个副本又有追加任务哈，其他的怪来了。那个俄罗斯的空军基地哈，反正就是那些叛军的就。一堆那个苏凯就来了，苏凯战机就追上来了。追上来之后，那个本来护卫在那个空军一号旁边，本来有，因为他一被绑架，美国的一个叫光环中队就出发，好像六台那个是 F22 还是什么的，反正就六台战机就跟在旁边哈、哦。那当然这六台战机无能为力，因为绑架是在飞机里面的事情，你总不能把它打下来嘛，人家老板还在上面，所以他就只能在那边旁边跟着。然后跟着之后呢，因为他们还被要求说那些战机要退到多远外、哦、因为不然的话我们就把你总统的脑袋崩掉这样。然后那个后来呢，那个主角威能发挥完毕了，那上面的敌人清光了，然后追加副本呢，就是要那个敌方派战斗机派苏凯、哦、来打了，然后苏凯来之后呢，那光环中队就追上去要歼灭那个。在老板飞机附近的那些，然后其中有一幕非常感人、哦、就是因为那个空军一号它有反制系统，就是当敌人、哦、就是那些苏凯战机、哦、就是反正就想坏人的战机，飞弹过来的时候，他们可以发挥，就是可以弄那个叫做什么那叫什么诱饵，所以他屁股那边就开始喷烟、哦、喷一堆、就想说他屁股就开始放冲天炮，然后呢整台空军一号就开始斜飞，然后那个冲天炮放出来，然后引诱飞弹去炸，对，就可以躲开飞弹，然后让飞弹不要直接命中他们。然后在那个后来他们那个好像那个反制系统失灵了，还是用光了，不知道。基本上大概就是那个 CD 时间还没到吧。然后怎么办呢？就大家躲掉哈，又有一颗飞弹过来，而且他那个直挺挺的瞄准空军一号的屁股，而且空军要躲不掉。那光环中队就有一个超勇敢的飞行员冲过去，用飞机去撞
把那一颗飞弹挡下来，那一幕真的还蛮感人的，就冲过去啪，然后那个一定死的啊，就是舍命救老板。然后那个那一台苏凯战机射完这一发之后，回头要溜，那个死掉队员的那个光环中的队长就骂一句脏话，就追上来，追上来之后就直接补他屁股一枪啊、哦，直接把他干掉。那个空战还蛮好看的。后来再看到好看的空战，就是那个激战未来了。这些都跟飞弹扯上关系，《激战未来》也是我很喜欢的空战片。这个我先修一修哈。好，那两腿有点不一样粗细哈，再到时候再改。我觉得这一张啊，对，然后这里啊哈，虽然你有亮暗，对不对？要减弱这个亮暗的效果哦，因为它在阴影区，减弱它的效果，才可以让你主要的亮暗效果提高。那个金姐请切记哈、哦。激战未来这部片也是值得看的片哈、哦、因为不是有同学会问我说老师能不能推荐电影看啊，那我推荐，如果喜欢军武的，喜欢空战的，激战未来可以看，蛮好看的。激战未来在演什么呢？就是总之呢，美军呢有一个特殊的飞行部队，然后呢三个人啊，一男一女，然后另外一个黑人是很有名的演员加导演加制片吉米福克斯、哦、然后他们那个什么反正就执行各种的那种境外的那种秘密任务啊，去轰炸别人就对了。然后他们被告知说队上将加入一个新的伙伴，然后那个伙伴呢叫艾迪，叫 AD、哦、然后这个伙伴不是人，是一台最新的战机，然后有 AI 的，就是完全是全电脑控制、哦、然后有自己的个性。然后后来这台战机反叛的原因是因为他接收到了资料，里面有一个任务必须执行，就是要去炸谁这样子。可是那任务其实是假任务，就是因为空军有些不好像每个部队都会做一些模拟任务，就好比说假设以我来讲，我家住龙井，然后我现在有个敌人要从隔壁村打过来，所以要模拟一下怎么对抗他，从二楼丢鸡蛋之类的，我就要模拟一下这件事，虽然它不会发生。好，然后那个就有一个模拟的那个作战计划，然后全部人都在跟 AD 讲那个计划是假的，你回来那个白痴那个饭桶，可是 AD 当真，那 AD 就自己飞出去，然后就飞，因为他不受控制，那三个飞行员就追出去啊，然后其中一个被害死，就被 AD 害死啊。那 AD 那个空战技巧，因为是电脑超强，然后最后是好像男主角用计想办法让 AD 身上烧起来，然后那个男主角就在用通讯装置跟 AD 讲，就说如果你不听我的，那个小小的火花最后一定会烧到让你整台飞机在空中爆炸，你不听我的，你如果不投降你就等着自己爆炸。然后 AD 就认输，然后 AD 就投降、哦、然后就让他慢乖乖的带回那个基地。可是呢好像那个美军这个部队这边的长官发神经、哦、好像要对自己的队员灭口，因为这一台这个人那个 AI 战机哈、哦，这个 AD 的计划似乎是失败的，因为他不听人类的操控，不听人类的命令哦，他就是有自己的，所以那个当这 AD 被开回来之后，哦、被压回来之后呢，其实是要把他的那个脑，啊，因为 AD 有颗脑，要把它洗掉，把它记忆全洗掉，把它破坏掉，然后要灭口，因为这个事情不能让外面知道。那唯一知道这件事情的是谁？就是男主角，还有一个在追踪 AD 的时候不小心被北韩打下来的女主角，因为刚原本是三台战机嘛，然后那些反正这些超腹黑的长官们就要灭口，然后 AD 就带着男主角逃走，而且 AD 还本来他在那个男主角要被杀掉了就要被灭口了，然后逃走之后开上 AD 这台战机，然后整个飞走之后本来还有回就是有通话，男主角就很愤怒的跟基地通话，说你们这些王八蛋居然想杀我啊，然后就骂骂骂骂个没完，然后后来 AD 就把对话关掉，说 AD 是你关的吗？ AD 就没有什么好讲的啊，就那个 AD 的反应非常好，很直接又爽快，没跟他还有什么好说的，就直接跟他开战还有什么好讲的。男主角就开始笑，就觉得 AD 不错，这个感觉上已经沾染了人类很流氓的习性。那当然最后打到后面男主角就要冲飞到那个北韩去救女主角，因为女主角是被打下来迫降下来，然后要去救她，好，
秀的当中 ，AD 已经没有飞弹了 ，AD 飞弹很帅，他整个那个，他飞弹不是一发一发，他整个一出来是三发，然后最后好像敌方派出了什么，就北韩呐、啊，就金胖子一家哈、哦，就派出了那个什么攻击直升机啊、哦，然后因为已经没有飞弹了，然后连机枪子弹都用光了，所以 AD 就直接就讲 goodbye， 就冲过去撞敌人。然后也没有说你要记得我，你要以后初一十五想起我，没有啊，完全一句废话都没有，就冲过去就撞了。所以后来你会非常喜欢 AD 这台战机，他虽然坚持，然后又有一点那种攻北听，但是他战斗力惊人，然后再来就是他很干脆，没有废话，支持一下 AD 吧。哎，好，来，我画的部分虽然不多哈，但这种东西本来就要花时间修哈。来，金姐，请看哈，看这个部分，你看一下这个人物。我帮你把一些部分去掉啊，你要好好比较这些部分哦，因为发现到你的暗处这个地方不需要再做亮，有看到吗？你因为你要的是这些地方，像这个脚掌、腿这些地方，它在整个身体肢体的那个摆荡当中，它属于在受光位置上，所以你把它顾好就好。在暗处呢，细节减弱，高光去掉，不要用，要做一点点就好。就像你看这个这条小腿就不要了。那你说你颜色有选的有什么大问题吗？我认为问题不太大，反而是你在主亮面跟主暗面的处理上你没有抓到重点。但是即使如此，我还是、看到你很明显的进步，因为以前你的人物的美感没那么高，然后骨架也没那么强，生的孩子有差，妈妈加十分。 OK， 这张先给你好不好？那场景部分我认为是我画一点暗示给你看，那你想想看啊，这个当然没时间改了哈，因为今天时间也少，没时间改哈，因为接下来我就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不改图了哈。那刚刚我虽然在桌面上抓了几张同学的作品要讨论，可是也得要礼拜三哈，礼拜三再来那个我们再加实况哈，然后来讨论作品好不好？孩子们请，我们要做个调整哈。然后这个是给金姐的部分，你第四次哦，吓死我，我到底是忽略多少？来，然后这边我们把它那个用曲线在人物上再做一点点调整。你看哦，我不会让任由你的最暗部变得这么黑，不会哈、哦，我反而会把它拉回来。但你的亮面就要再亮一点。看一下，这样主亮暗就会很明白哈、哦。那这个不用太多，降一些些，然后开关检查。你原本的亮暗不明，像这样亮暗就清楚。OK， 好，什么？喜欢有棒棒的香米的？好，可以了哈。好，那今天呢哈，那个剩下时间呢就没有办法再改图了啊，所以我本来已经抓了几张哈，就都是四次的哈。不改都觉得内疚的，但是我们今天得要乱录一个节目哈。我喜欢什么？别傻了，你知道今天我去 Wacom 那个活动示范，然后那个 BT 走在我前面，上下楼我都很想踹他，直接就把他这个了结掉。然后我们还有拍照，事实证明。他们三个关系很乱，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好比说什么呢？因为威帝跟好像你们众所周知，威帝跟卡比两个是彼此是非常的如胶似漆。但今天我跟他们一起到会场的时候，好、哦，我们今天多少人？就是到台北火车站集合的哈、哦，有那个威帝、卡比、阿本，然后那个舰长，还有那个等一下。对，我们威帝啊，对，还有 BT 哈，一直老，你看这个是多难记哈。然后我们六个人一碰面的时候，哎，怎么 BT 跟那个威帝穿情侣装，红色格子装，光这一件事情啊，对，那个同学们，如果你有些不一样梯次的，你可能对这件事你们没看到证据哈，因为我用手机贴，我没办法全贴，我用手机很慢哦，然后。我有拍照片，留下真的是血淋淋的证据给你看。你看 BT 跟威帝有一手是不是？然后威帝之前又是跟卡比的，
我是局外人，知道吗？我会被扯进图战，完全是一个意外，完全是个意外。但既然扯进来的，我就要全力奋战。虽然没想到过两天又要交稿，我现在连什么鬼都没有，然后现在要做大家那个什么面试的训练。啊，总之我要先讲一声啦，那个事情跟我他们三个很乱啊，我不知道啦，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是无辜的哈。好，今天呢，我们来看一下哈，宽两天就好，高3200。好，我先来说一下，如果我是个主管，注意哦，我讲的都是如果我是游戏公司的主管。代表什么呢？代表你们不能说啊，哪人家别的公司他们应征一定这样，你不可以这么想哦，因为虽然说我可能采用了我听到的很多面试的题目，但是我还是要说，这是我认为我是主管会问的问题啊、哦，所以你们这些同学们哈、哦，你们这最近要面试的哈、哦，游戏公司面试的哈、哦，请切记，这些是我个人假设性的问题哈、哦，有参考一些听过的东西。好、哦，要记得 哦，不要害人家到时候改题目哈、哦。哦，我没有，我一点都不寂寞，我这样很好，我喜欢这样子。那么三个爱怎样就怎样，但跟我无关。好、哦，麻烦一下那三个，请好好的去解决你们属于你们的问题啊、哦。好，那照片在哪？照片在那个 LINE 群啊、哦，谁分享一下？有没有那个同学可以？你们可以贴。贴 CG 团好吗？因为 CG 团有那个，并非全是我们那个实况以及那个同学们哈。哎、欸，我含一颗喉糖，然后我们就来开始哈，带大家试试看。如果你要面试的时候啊，面对一个机车啊，不要面对一个恨铁不成钢，希望你进公司可以好好努力奋斗的主管，他在面试你的时候，我可能会提哪些问题？然后呢，我可能会希望你上机考化些什么？那我有听过 3D 的、哦、因为以前到现在学生累积那么多，有游戏公司、哦、有那种学生然后去游戏公司，他是应征，他其实二三 D 都会，然后呢人家缺 3D， 那一个公司当时缺 3D， 好像公司也在南港吧，然后就说那你请你现场用 3D 做一只哈士奇，那他就立刻开始做。但那当时我说你怎么可能面试才多少时间，而且不止你一个人面试，有可能有三四个，最少三四个在等着面试，那为是怎么可能让你一个人在那边做？因为哈士奇你要把它做出来，模型出来，你就算 ZBrush 去雕出个样子来，没有半个小时不可能吧？但是那个好像要求他们用那个 Maya 还是用 Max， 对，用 3D Max 做那个一只哈士奇，用就有限制软体的，他当下就开始做，他也知道一定来不及。哦、那个学生那个学生那个女生她很慌这样，然后可是那个主管呢，看他做个几下子之后就说好 ，OK 可以了。他只是要看你的作品集是不是你的，有没有可能是别人的，这种事情是会发生的哈、哦，在台湾可能少一些吧，我是没有听过任何人，当然有也不太会往外说，因为毕竟这种事情当下那个主管要是遇到这种诈骗行为，当下应该很愤恨的，就好，不然请你离开哈、哦，下一位应该，应该茶余饭后看你会不会往外对外抱怨讲一下，说有那种。拿别人哦，又拿很好的作品集，结果都不是自己画的，或者根本自己没那个实力的，有没有可能这个状况？确实有，但我相信我的学生们不会，然后孩子们你是不会，你们不会这样的哈。我每堂课跟你们谆谆教诲讲什么的，要记得哈。那在那个中国大陆的游戏公司对外接案件、接外包，确实也发生过，就是我好像在时光也讲过一次，就是会拿别人的图充当自己的绘师的作品。往外国接案，然后首当其冲在大概前两年最凄惨的苦主就是日本商往外是亚洲发案大国，在中国大陆整个公司的发案量崛起之前，亚洲发案最多是日本，那他们看到 sample 就看到那个范本就觉得、欸、很棒很不错很了不起，好那很厉害，好那发给你，结果你画的图根本是另一个样子，完全是 level 是掉两层楼，那怎么回事？那是见鬼啊，怎么样？那会发生这种状况，就是该承包商以为这种图他一定也认识几个能画的，就是可能手边也有一些能画的人，但是没有像样的范本。然后呢，一定会说，那这个图，哎、欸，我们网上抓很多厉害的图，抓一抓，好 ，OK， 这个图你能不能画？那他手下会说，这个可以啊，那没问题啊，就当然担保的很
很大声这样。好，那当然承包商就往外就用这些图去接，这基本上是完全没有道德可言的，没有信誉可言的，因为你是用一种别人的范本来接。那日本厂商是真的是受害很深，因为当时间到要交出成品来的时候，交出来是那样子，你认为会修到好，修到最后修成很美的样子吗？怎么可能？你会师就那个水平，按键发出来超过会师的那个承接程度，那温细耶，所以一定是大批的砍案，大批的砍案。那日本厂商会学乖，就是一定要确认，一定会再三跟承包商的信誉也会变成一种记录。日商就会觉得就会知道说，哦，这个承包商有问题，他的会师都假的 ，sample 都不是他们自己的，这个都会被列下来。然后很多的厂商彼此会互相沟通，说这个有问题，这个有问题哈。那你们觉得应征会不会这样？就是假设你不是走接案路线，你应征会不会这样？也会啊。人家难道不会担心你那个图很漂亮，然后我们找你来面试，结果图不是你画的，人家会怕这一点？我都怕。如果来那个应征我们龙族会的会师，但我不会开放这种应征，我一定从我学，我额外题外话讲哈，我现在要找任何新会师都是从我训练的学生找，因为我信得过，我管得住，好，哦，啊，会听我的哈，哦。虽然说有一票喜欢逼了我的哈，哦，那个像 Juma 那种，那以后走得巧。好，那但是多数情况下他们是会一定要验证你的实力，所以我讲刚刚一开始讲说，我以前有个学生他去做 3D 的，他人家要聘他进去当 3D 美术前，对他的考试是先看他的操控，然后前面都能做，然后感觉上拉出来的那几个多边形也像模像样的，人家就 OK， 那应该是他没错，就确认你本尊，哦，就过了。好，那另一方面那个面试呢，除了确认你能力之外，确认你的作品集是你画的，确认你的能力之外，也要确认你的品格、性格，这一点呢，恐怕还是更加重要的，至关重要的问题。那我接下来会讲的例子呢，包含了我知道例子，那很庆幸我知道这个例子并不是我学生。我觉得要这样，我说真的，我不会认这个学生，因为我知道有一个，可能以前也有在看我实况的，但他并不是我的学生哈，不论实体班或者我现在开的那个龙族会课程都一样，他是比较那个有个性，有个性这件事情在任何公司都不能被，就是假设你是新人身份进去，有个性这一点呢，大多数的公司都不能接受，因为代表你可能不能配合，你太有个性了。我说要这样，你就说没不行，我不要那样。那任何一个公司都不可能受得了，主管更不喜欢这样。哪一个主管不喜欢听话的员工？我找一堆员工，一堆美术进来帮忙做案件，做整个专案，你竟然全部跟我窝里反，一天到晚跟我唱反调，怎么可能？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厂商、公司主管他的心态，你得搞懂他的心态。你不懂他在想什么，你也休想回答得出他想听的答案。好，接下来呢，我一边画一个范例，好，那这个范例的话是组合了所有那个就是我认为考题上稍困难点的哈。第一就是如果你很会画美少女，画那个漂亮的角色，好，那你可能就得到一个瞩目了，他们会认为说，哎，这个可以期待哈，好像我们把它约来谈看。假设你那个因为美少女再怎么样，在任何领域哈，漂亮女孩子、漂亮女角，她都是受欢迎的重点主题。你不会这个，那除非你别的很强，好比你场景很强，你都不会画人，那你场景要够强，那他们就哎好，这个找来画场景，那就有这个可能性。那如果你场景也不太会，哩啦啦，你专攻人，那你人就要好，你的人物就要漂亮，好，那女性角色就要画得好。那但是呢，他找你进去之后呢，除了验证你的实力之外，他也有可能要想要聘进来的人员呢，是那种多方面的全能才艺那种。举例来说，好，今天听到的例子嘛，哈。我要应征的这个人啊，这个美术干得很新鲜，风格呢亮丽，然后呢图又萌，腿又画得倍棒啊，就是整个是。但是进来之后呢，我不要你画美少女，我要验证你会不会画，我只要看你操作个几下，我就知道你会画，这图是你画的，大概就知道。但是我想考考看你不会的东西，我想知道你的极限在哪，他就考你大叔。好，那所有的龙族会的同学们，你们应该都听过我讲，准备作品集，你是不是？
男角女角都要有，男角可以的话正太跟大叔，我有没有这么说？因为你能画正太跟画大叔，他会好过你能够画一般男角，因为他代表的事情是你的画技幅度上下够大。对我来讲，我来审视一个绘师的时候，我会发现到，哎，他可以画小男生，他也可以画大叔，那中间应该也没问题。那他的弹性这么大，未来我要他，我们有什么图需要画，他应该可能都能够配合。我不能聘一个进来就说我只会画美少女，其他我都不干啊，然后爱看什么我都不画，我很有个性，你就等着被人家讲下一位。好，好，那如果要画大叔，好，我们就一边画大叔一边跟大家做分析哈。不可以太有个性，你想进人家公司服务，他付你钱，我付你钱让你进来跟我耍个性干什么，对不对？这个对方的心态要搞懂。好，我要训练新会师，我也不可能训练出来跟我唱反调的。好，这个很基本哈。好，来，首先呢，如果你是画美少女，好，像我们今天那个在 Welcome 那个活动现场示范，我画一个男人，还有肌肉很强健，然后呢，在一个钟头内，然后半小时吧，还是多久，他很快的时间内把它改成小萝莉哈，当然没有多想哈，在少女身材也改掉，然后还加上大胸，改得我浑身冒汗哦。好，这是一个大叔。那我们姑且称他为我不要用那个 snake 哈、哦、，snake 的话那个还是比较帅的哈、哦，我要把它尽量画老，然后用画的比较老的这一个动作来让你们理解哈、哦，让那个接下来如果你万一你遇到这件事情，遇到这个题目的时候，你该怎么应变？因为我们的同学们哈、哦，你画就在上我 CG 班，我就跟你们告诫，女性角色一定要会，那是王道。好，那当然。也没人跟你讲，你女性角色以外你都可以不用会，我也没这么说，我就跟你讲，先以那个为主往外延伸。好，画女性角色的时候呢，我们一般会把整颗头当一个单位来看，当一个像这样的单位来看，就可能我们的那个眼睛啊，眼窝，好，鼻子，对不对？女性角色就这样当成一个整体单位来看，所以呢，你面对到她的脸上的立体起伏呢，基本上变化都很小。但是如果说你今天面对是一个大叔，一开始起稿的时候，在这个阶段你就要搞懂，要画的大，因为为什么会叫做大叔？应该这样说，为什么他会上了年纪之后，他的脸的改变会明显跟年轻人不一样呢？因为他肌肉开始中间，好比说这个地方，这叫做什么？法令纹，对不对？我们随时会微笑一下，微笑一下。你还年纪很轻，还很嫩的时候。你笑了有纹，但是你不笑的时候纹就不见，对不对？那这条纹呢，就像鞋子穿过球鞋、皮鞋什么都一样，鞋子不是歪来歪那弯来弯去吗？这皮鞋平常长这样，对不对？然后呢，你在踩的当中，它不是会变这样吗？画的比较丑啊，不好意思，画的超丑。好，所以这个地方会不会有痕？会不会有这个皱褶，对不对？刚开始还是新鞋的时候，这个还经得起你，经得起。回来之后又回到现在这样哦，光滑如新。但是久你也知道它会裂，对吗？它会裂，这个痕就回不去了。脸的轮廓，一些重大皱褶啊，不是重大皱纹也一样。法令、眼角这个，还有包含这一块，这块叫眼袋的，这些呢，时间久了它都回不去，是不是？你说哇，那个肉那个什么那个肉毒T 病毒啊，不是。肉毒杆菌是不是这么叫的？还是什么、啊、玻尿酸大胆的煮一支就好了，是不是、啊、是不是这么想的？ 你总有回不了天的时候，这些会变明显。所以在画成那个大叔的时候，请切记、哦、你的脸上你要切块，它会变成好几块，它就不再是像少女这样子，或者像漂亮妹子这样子，整颗当一个单位看，他就开始必须认真的思考，他会不会这一块眼窝凸出来？那你们看很多解剖或者很多那种画素描的话呢，你会很明显看到他把人的脸分成好几块大块肉，就把那几个大块肉都独立开画。好，那人也很奇怪哈、哦，年纪大了鼻子都会跟着变大，到底为什么？啊、哦，应该说他表现大叔什么的哈、哦，鼻子变大似乎是比较好，然后。这一块肉也一定会出来，
然后在两个比角这边，好，好，然后原本的这个颧骨呢是略凸，美少女就略凸，对不对？好，变大凸之后呢，它就要很凸，然后下巴呢就会出来。所以当你要画年纪大一点的人的时候呢，掌握一个诀窍，你把这个脸开始依照那几个大皱纹去拆块，好，这样他年纪一定大。我知道这样夸张，可是故意画夸张，你才记得他的特征，对不对？好，这又是 CG 教学哈、哦。这今天这也这部分也不太像实况啊、哦，它像我上课了哈、哦。好，切深一点，可以吗？这个差异做得到吗？你如果做这个做不到，因为我看过很荒谬的例子哈、哦，就是画超漂亮的，就是他画眼睛，除了画成美女，他不会别种方法，就是他就是已经一套公式背得非常的牢靠，非常的熟，所以我会看到那种，我举例了哈、哦，我就用我自己的图的例子哈、哦，以他为例哦，以我的那个雪肌五指啊、哦，我们那个六T新课程的那个范例图哈、哦，来，我有看过我大学一个社团朋友，他就真的这样。我们那时候大学社团，我们有玩，就是说发起画社刊，然后画一个剧情，那个剧情叫《魔界战记》这样，然后每个人负责设计一个角色，然后大家很嗨这样，因为我就想要透过一个活动把社团凝聚起来，因为在我加入之前，那个社团只剩下一个人，我加入之后忽然间人变多，那人变多，如果我们不好经营，他一定马上散掉，所以我就发起来，好，发起一个活动，然后呢，那一个朋友他会画美少女，当然他画技并不好，那我说你能不能画公主，因为我们就设计了一个叫什么国王，海兰德帝国，然后他有国王，有公主，有皇太后。我说你能不能画皇太后？又画一个阿嬷，他真的画一个美少女哦，就这样画一个美少女哦，然后在这里加皱，就这样而已哦，然后加这个，然后就说差不多就这样吧，然后自得意满，就这样交稿了，我傻了这样。如果你是个老太太了。你的皱纹怎么可能只有在眼角这样一点点？你肉会开始垮，会开始垮，像个巫婆一样开始垮的，垮到一个你孙子都不认得的程度。眼睛会开始垮，眉毛也开始垮，所有肉全垮。它没有垮，它就整个白嫩嫩，好像就只是麦克笔涂几笔这样而已。那我看哦，这个不行哦。然后，不过题外话讲哦，他当时非常挫败。好，所以我们要增加他的那个整个脸的块，就要把它分块。好，分块之后呢，再来还当然还不止哈、哦，我们要表现出不一样年纪人的他的眼神力量。我现在画的是比较夸张，但我不会真的继续这样画下去哈、哦。那如果他要求你，他真的开出了一个这个题目哈，就说啊，你会画美少女 ，OK， 那我现在测试我要你画大叔。不能说人家这样的行为，这个这样叫刁难、哦、不能这么说，他只是想测试你能做多少，你的极限在哪，你也不会因为你那个大叔画不出来，然后他就说啊 ，OK， 你可以离开了，下一位，好、哦、啊，对，这你的证件拿回去，下一位，也不会这样、哦、也不至于，有时候他是想看你的个性反应，你面对棘手的问题的时候，你能够做些什么。那今天听那个立峰提到的那个是，舰长提到是说。有人遇到面试就说画大叔，我真的不意外，只是没想到真的就应该说我有推测过、哦、我也有耳闻过，只是没想到我会再听到一次。好，你看我上量也是分开，好像分好几块上。那个佳佳有在对不对？佳佳你敢在这边说一下你那个佳佳是我以前学生哈，佳佳你要提一下你当时游戏公司面试他有没有叫你上机考画东西？如果你有听到，你可以 key 一下跟大家分享，说你有没有被人家当下就考试、哦、遇到要画老爷爷的、哦，那我们这个还是可以变老爷爷啊，没问题啊，让他直接老的彻底。有佳佳有在哈、哦，好，你看到我现在画这些亮面呢，我都分段画，然后我们会遇到有些老人眼睛目光如炬。代表他眼角还是飙高的、哦、如果你看到大多数很多年纪老的人 眼角掉下来，就是精神变得比较差，然后感觉上比较没有那么的 神采飞扬，那这是他们的性格应该说他们的岁月刻凿的痕迹之一。
你也一定会就是当然看到刚刚讲的反例、哦、就是那个人眼睛掉很高，就是老先生根本是好鬼、哦、擅长画人，面试遇到画怪兽、啊、那我就那你不 Ready 你是不是我们的高阶课你是不是该来上高阶课，就是教画怪物的啊、哦、不过那也不一定是这样的、哦、来我们呢把几个特征带上、哦、来眼睛呢一定要变小，你说我这老先生、哦、年轻的时候一对水汪汪大眼变眼，年纪 越老眼睛越大，你听过这种鬼话吗？有这种逆生长的事情吗？不可能，你一定是年纪越大眼睛越小，眼睛就开始越来越小，因为上面的肉呢就开始垮，然后周遭肉开始满、哦、有一间叫你30分钟画一只兽人加一只 Q 版兽人，好像这个会不会太多啊，你只能速绘了吧，啊，没关系啊、哦、那个怪那个我们的那个龙啊，那个高阶主题哈、哦，12月才会再开哈、哦。暑假我们是开那个黄金版的绘师班哈、哦。来，然后呢，鼻子会垮，没有那种越老鼻子越翘，不可能，所以鼻子本来这么挺，就会往下垮。然后呢，这个地方法令纹，没有办法，它就是长。然后嘴巴呢？本来可能年轻的时候樱桃小口会开始嘴角肉开始一块一块的聚集，会出现这一个、哦、这个叫什么很绕口、哦、口轮夹肌、哦、好，那眼袋磕深一点，那下巴呢有些可能缺你们真的要考虑这件事哦，会不会缺假牙、不缺牙装假牙，然后他可能假牙，因为他那个叫什么那个牙齿那个牙龈是不是那骨头萎缩，所以这个下巴会变小，就哇那个老先生好像他的那个、年纪大了精神特好，下巴特大、哦、那白胡子爱德华纽盖特，一般老先生下巴会萎缩，老太太也一样、哦、你没有不老的，因为那你老了都会这样，大家不要听得害怕，我天哪 每天要开始锻炼下巴，你练没用、哦、时候到了他就是变小，好，然后这个眉骨肉会开始堆积，当然不会再有这么粗的脖子了、那是他20岁的事情，我把他画的刻意弄得非常老、哦、目的就只是为了要把特征强调清楚、哦、那当中牵扯到一些基本画工，那个就我实况我就不提了、哦、还是一样、哦、请来上课、哦，自己的课我就还是偶尔工商的时候我还是不好意思，但是转念一想、哦、自己的课自己的频道你们就等着被我工商到开课那一天，来下巴这样就很老了，这像谁，像那个有没有玩过那个游戏什么忍者外传 Ninja Gaiden、哦、那个游戏不是有一个老先生吗，一个老头然后背一个箱子这样，然后他遇到他的雕像就可以跟他买武器，好，耳朵会垮会垂，就是在代表什么，人类呢对抗地心引力对抗了一辈子、哦、所以呢最后不知战败、哦、人那个老先生心里在想、哦、这辈子就输给你吧，下辈子再来、哦、最早我下辈子出生的时候你是拿我没办法的，然后会很瘦，肉会甚至会产生这种皱褶，这种皱褶知道吗，那整个肉会崩出，就不再具备蓬松丰腴的弹性，脂肪会在里面开始不见会皱，好，这个呢就从这样变这样，刚刚这样好像很像猿人、哦、来变这样要做到 哦，那也要切记，年轻的跟老的，一开始起稿确实都画颗球，再下去就要开始帮这个如果是大叔什么，就要开始帮他想办法把他的这个轮廓像这样分出来。好，那我稍微
画一点点细节，在这边啊，画一点细节。好，那画的虽然下笔把这个肉的轮廓画得很明显，等一下喝个水。实际上完稿细化的时候，我认为啦，我认为应该是在这个阶段，主管就能够看出实力了。细化这个部分，应该他能够这样子就判断出你的实力是可以的，好，可行的。那如果他想要叫你细化，那我也有知道有些游戏公司的主管们，我就是 A 公司跟 B 公司两个主管或者某几个主管聚在一起，也会聊到他们面试新人时候的那个一些百态哈。那也当然他们也会聊得比较有趣戏虐一些，然后就可能我就故意让他画什么，看那个家伙那个屁孩来的那面试挺嚣张的，我就故意让他一个什么这样，确实也有听过这样，但是那没办法，那人家朋友之间那个试一下聊天齁，那聊得稍微损一点，那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对的齁，因为他人家试一下爱聊什么聊什么。但是他考教你的实力这个重点倒是不会错。好，那我一边在细化修整它的时候呢，一边我们来做几个简单的问答。首先，会长，什么会长？你们讲那个是不是猎人那个猎人的尼特罗是不是？哎，恭喜各位，恭喜所有的猎人粉丝，所有的猎人的漫画迷，恭喜恭喜，他又休刊啦！真的呀，你不要说我贱，我看他休刊我就只是。啊，又凶安啦啊！一开始没有追猎人，果然是正确的。不好意思啊，你们加油哈！可是有那个就我看那个猎人停刊，有那个粉丝还是护航啊，他腰已经痛到坐不直了，他已经没有办法在椅上坐了，你们信吗？这种鬼话你们信不信？我不相信啊，因为我们不是会看过他的访问，然后也有人在那个啊太空战士那个网络版上抓过他，哎，你是副监老师对不对？他也自己大方承认了。然后他也有好像也有跟人家分享他玩游戏玩到哪什么的、啊，你们真的相信他腰痛哦？我不信哦，请好好的再期待他下次复刊，他没钱就出来了，放心哈、哦，出来配个动画单行本什么的哈、哦，继续。我开心是为什么？我有没有跟你们讲？有时候你们太……当然你说他好看，我不否认，我相信他一定好看。他难看不可能这样子，大家那么挺，他绝对好看。可是你们不觉得应该某种程度上，你们要让他害怕一下，他才会认真画，然后出来就……当然我不是说你们，因为你们投票没什么用，因为他是还是要看日本那边的投票。他又稳坐那个前几名什么的，那他会出问题才有鬼。或许一定有我们不懂的秘辛、哦、那我们也只是局外人、哦、然后说说笑笑、哦、人生就是这样，让人家笑一笑、哦、笑笑人家，对不对、哦、我这时候我很庆幸自己是局外人。来，老先生眼角凹下去，待会看能不能把它改回 Snake、哦、好，再来呢，有没有遇过那种脾气特差的老先生，就是反正我遇过一次哈，在 Starbucks 星巴克买啊，对，我刚刚说要讲问答题的哈，待会再来哈，我先讲一下我这个经验，因为一边画到了嘛，我有遇过那种星巴克，然后当天买一送一，那买一送一会有什么状况？那人挤满了，对不对？人都满满的这样，好，然后每个人都老老实实在那边抽那个，就是反正有编号嘛，抽号码牌，然后就在那边等嘛，然后那个。我记得是那时候去新竹的事情、哦、那个那时候要跑那边办那个什么教育、哦、教育训练什么的，然后结束后我就找星巴克喝一杯、哦、
我点完，然后在旁边等，因为人真的是满的，要买一送一，那个礼拜六呢，反正人真的是满到开花结果。然后老先生爆发，那老先生可能在我前面一两个结完账而已，然后我光看我也知道那个一定要等很久，我手机都拿出来开始玩了，然后没有人表示意见，老先生爆发，直接就跟那个工作人员呛虾，然后那个工作人员四五个人，包含柜台收银的结账了两个，跟后面累得跟狗一样的那四五个人已经忙到快死掉了。最不想遇到买一送一的就是店员，像我当过加油站的那个工读生，高中的时候我最不想遇到涨价前一天温戏耶，我就等着真的加到十二点，然后老先生爆发，然后那个工读生就很礼貌他结账，那个阿伯那个北北不好意思，我们因为今天买一送一啊什么什么的，那老先生就更骂更凶，管你买一送一 买几送几什么的，不是你买一送十我也不管你，噼啪噼啪你骂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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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脸超臭。那我觉得那个公公脸就是回答他那个脸整个绿掉，然后想哭，因为女孩子，然后想哭，可是又强忍的眼泪继续做咖啡。然后后来好像他们换了单子，把老先生弄的那一杯还包含一个蛋糕先给他，就是好像提前好几号，因为我隔很久才拿到我的咖啡。然后那个老先生还没完哦，嘚啵嘚啵一直念一直念，然后拿着他的蛋糕跟那个他的咖啡，然后走到一个位置，就是好像反正他附近周遭大概一公尺没有人敢靠近，然后整个气场很强那样坐下来，一边用好像在面对打老公那个气魄在擦蛋糕，一边在那边骂，一直骂，买一送十也不管你，他这句话重复好几次，一直骂一直骂一直骂。然后柜台后面的每个做咖啡的店员，我觉得他们那个手上的劲道都加了一倍，好像想把那个老先生捏死这样。那就有那种脾气特坏的老先生，我自己感觉到我也没有遇过那种老先生，然后阿嬷还好，老太太好像还好，可是老先生脾气坏的很多哦。好，有没有看到脾气特坏老先生？那他怎么做？皱纹增加，只要眼角内外都一样，外眼角内眼角全加，好、哦、让它炸掉。皱褶跟皱褶之间，那个肉褶皱纹跟我一直讲皱褶是错的哈，因为皱褶是服装，肉褶跟肉褶之间再拉肉褶哦哈、哦，然后眼袋一个两个三个，好、哦，你就是可以再加，因为这个整个这边的脸颊肌肉会全垮。然后这个内眼角的这个皱褶会往这边拐，如果他真的脾气特坏，你就会看到这样的褶，整个脾气很坏，然后再加上怂，一个整个是，你就知道他快爆发了，离他远一点哦，他就是等咖啡等不到的那个人。好，那鼻子虽然他会变，把鼻子画大似乎是你想要表现年纪大一点的人的比较好的呈现方式，但是其实如果他整个肉萎缩掉了，这一块肌肉加上鼻翼，这是鼻子，我们侧面是有块肉的哈。那年轻人的话是连接上去，看不到中间的界限。但是呢，你常常你这个位置可能动了六七十年了，所以这个肉会垮，就会变出这一块，再加上一个千锤百炼的鼻翼，然后呢，这个这边不是平的，这个肉会再继续进来。你们说这不快看到木乃伊了？对，我就是这么画哦，就是让你们知道，假设你遇到这个题目该怎么办？肉全垮。抢球场那不算，那个我刚刚讲那老先生是真的还撑着拐杖那种，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做，我真的我会我很敬老尊贤哦，这真的是我不是我在自夸哦，特别是老奶奶，我根本没有抵抗力，像好比卖口香糖那种，哪怕他骗我，我都会买。然后老先生买的少一点，但是也会哦，就是我真的算是
我对老年人的那个尊敬礼让，我认为我做的很足够、哦、可是我也不希望看到老先生这样子把公生骂的那样，我觉得那个妹妹都快哭了，我觉得那是暑假打工还是 哪一类的、哦、来口轮夹击，然后下巴呢肉会再撩起，这边不可能像这样这么平这么丰满肉这么饱满，不可能，那就如果这边这样那就是道具没做好，来肉呢会继续垮再垮又垮，这种角色如果出现在海贼王里面他应该有什么特殊能力，好可以的吗，已经蛮老了，但是 你不能有地方露出来，像这个地方怎么那么光滑，不行，细微的纹还是要卡上去，我有被一个欧巴桑撞过、哦、他把我撞倒，骑那个开车把我直接撞倒，我被追撞哦，那个然后欧巴桑下车是说 你怎么骑那么快，我骑快还要跟你撞，就是这是一个 Y 型的路，然后我骑车我就这样要过来，然后就在这个位置，然后那个阿桑就把我从那边撞倒，我整个被撞翻在地上，我大学的事情被整个被撞翻，然后打在地上，他而且这个他撞完之后呢，我打在地上，我翻头转过来看他，那个他大灯连开都没开，所以他根本没开大灯，然后你说我会不会就是没有呢，这个就是这边的话我记得我没有任何违规，我就是可以，我记得我就可以这样过来，那他想要右转，因为这应该说这一条路它是比较弯的，所以他右转，他应该是比较偏向右转，我算直行，然后我就被他直接，我就直接被一个阿桑扑倒，被他的强行推倒，就整个倒在地上。然后我跟你们讲，我的反应是这样，我被撞的时候很气，这样，然后不爽，然后整个肩膀都擦伤，手都整个擦伤。然后起来之后，我本来想去跟他较量的，然后结果呢，我选择躺下，装严重。我本来想去揍他的，但是。我还是选择躺下来，假装很严重。然后他下车说：“你那卡紧啊，这样子。”然后这句话更恼火，可是我还是决定先按兵不动。然后他露出非常恐惧、害怕的那个，他也没有要跑的意思。他跑，因为他如果要跑，我就真的会冲上去把他拽住了。但是我要先，可是我没有要他跟他要高额任何赔偿，我只要他把我摩托车坏的地方修好就好。我身上擦伤我都不要了。然后就去，然后他就跟我去车行，然后老板就说你那大概那地方坏掉多少钱，然后那个阿桑就付钱，然后阿桑后来就跟我聊聊天，然后我就说阿桑你的大灯没有亮你知道吗，然后阿桑怎么回我，阿桑说啊对啦是要去修啦，我心里就靠你还敢说我骑得快，你有毛病啊你，然后第一件事情先怪你哦，三宝哈，好啦就这样，好，先把老先生带一下，好，那诀窍在于你在构图阶段就要赶快分块，好，把一到大的那个皱纹肉褶先分块再切分，然后再把小细节再加上去，好，就是可以做到这样子，老头子一定出现，是不是，好，那再来下个动作，这个动作我就要大改变，好，我把它变成 snake 就那个 solid snake， 哎不对，我把它变成 Big Boss， 好，这样说比较好。不要在那边给我乱补什么没有的对白啊，没有赖个头啊，我被撞翻在地上，跟他要赖，跟他要赔偿差不多。好，来，我们要开始把它变成那个 Snake 哈，然后我现在要变的当中，我不会讲，我不讲解了，好，因为我们。看过这么极端的变化，那我相信美术主管们，他知道你有能力画得这么老，
他也会相信说中间阶段你应该多少能够触及到，那顶多就画的不够有气质或什么的，不够有他要的气质，但那个是他们可以调整的，所以这个没有问题哈。好，大部分会要求你画一些跟你 sample 不同的主题，都是想测你的能力上限哈。那现在我们来模拟一下，我是主管，我会问的问题。好，那你对我们公司有什么了解？你怎么会想要投我们公司？投履历到我们公司，这个是大概人家可能会问的，我也会问，我多想从你来想要应征会当我的会师，那我们农奴说会师，好，这也会有亲身经历哈。那老师，我想要你那边可不可以发案给我接案这样的？这当然是很久以前了，现在不可能哈。现在的话，我一定是自己挑我自己学生的哈，就不用主动问我，因为我会在学生群里面挑哈，你不用自己来问。我会看到的哈，啊，题外话讲，然后当时那个学生问说，那我就问他说，那你想为什么想要从这边接案？我想听什么答案？我的公司正在，因为我的团队正在萌芽阶段，我那个阶段很想听到说，哎，因为你这边很有潜力，感觉很有希望，怎么样？你讲一些正向好听的，我听的都舒服，但是偏偏这个屁孩嘴巴讲说啊没有啊，就认识你啊。我想说这边有没有一些赚钱的机会？我听到这个，我整个我只差没翻脸而已。我凭什么钱要给你赚？你画的特别好吗？因为我们 FB 有加好友，所以你认为你可以这么问我吗？我当下就是在 FB 上这个讯息，我的反应是先斗短。好，所以如果你们面对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记得你怎么会想要投这一家公司？你可能你内心的答案是啊，就找工作啊。我当然我学会画图，我就是要学以致用。好，然后。花钱上了俊董的课，学会要学以致用，然后我要找工作啊，我要赚回来。你心里当然是这么想，你不能说出来，大家都知道你是这样，就是因为每个人你来应征，我当然不会相信你是要来做义工，我怎么可能那么天真？可是没有人爱听啊，你不能说出口，你说不行，我是真性情。你要是这么想的，基本上你也不用听我说什么，那就基本上我只能说你没救了哈。我想各位不会哈，你正在听我这么实况这样讲，我想你也没那么天真哈。哎，等我一下哈。那一定会希望听你说说看对他们这个公司的看法意见。好，那你该做的回答，你必须做足功课，你这是你自己个人得做的事情。这家公司做过哪些游戏，你得研究一下。好，然后呢，他们里面有些什么特色？因为既然你是绘图的。所以呢，一定是这家公司可能会有哪些那个比较优异的绘图的前辈大大们，你可能听闻过，好、哦，如果真的找不到就算了，因为也不见得每一家你得到通知的那个公司都是那种那个怎么讲赫赫有名，也不一定啊哈、哦。我们那有些很有名，可能就有好几个大大在那边上班什么的，所以你做一些先前资料的调查，那我觉得那是很基本功夫，好、哦。那像刚刚讲那个屁孩讲的那个，我就真的听不进去哦。然后再来就是我也会遇到一个回答的方式很不好的，他会说啊，我就想学东西，我想要一边上班一边学习这样。我也会遇到有人说，那老师你那边有没有缺助理？我遇过太多人这么问了。当然，我现在讲的这种，就直接问我的这个，多半都不是现在龙族数位的学生，而是以前我在教实体班补习班那个时候 Painter 那个时期的学生。我的龙族数位的学生，我觉得我后来很加强教育观念，所以不会出现奇怪的白目的这个做那个很冒失的行为哈。那当时那个时候 Painter 学生，因为毕竟是补习班文化，所以他当然什么类型的组成都有。那也有说想要来当助手，那我就说、啊、那你为什么觉得你不能自己就说你为什么想要我这边、哦、因为当时那种补习班一定很多老师很多会师，那你为什么选我？我想知道，我当然想知道你对我的理解跟对我的印象怎么样，我想听。那他说没有啊，就想学东西啊。那我就会有个内心就会有疑问，就是如果你要来当我助手，你要帮得上我忙，我找你当助手才有用。你来你什么忙都帮不上，你就只是想学东西，就只是想渴望我或者我的会师教你东西，凭什么？所以这也不是一个该做的回答，就是我要来学东西，这样也不好。好，那所以你
首先你一定要能够讲得出人家这个公司做了些什么，有些什么作品，有些什么样的东西，做过一些先前功课的调查，好，这是你该做，对不对？再来，你为什么选我们这边？好，应该说你怎么会想要投这一份工作？那你的那个答案应该要是说，我对该公司对你们公司的开发的游戏什么的，我其实蛮有兴趣的，我很希望能够参与其中。那我希望我的实力能力可以受你们认同，可以帮上整个公司的制作。或许我在现在能力有所不足，但是我真的很希望拥有这个跟你们一起工作的机会，一边贡献我所会的，一边跟大家学习，跟你们学习。我觉得要这样讲，人家才听得下去。这个是不是冠冕堂皇的那个，就很那个场面化？每个当主管的都懂，都知道，但是他连你如果连这种态度你都摆不出来，那我为什么要用你？每个主管都知道你这个东西半真半假，我哪知道你是真心的？问题是你说得出来，代表你态度愿意，你愿意把态度调整成他们愿意接受的样子。我爱听这个，不是说一定要巴结奉承，倒不是要做到这样，而是说你能不能摆出人家想看到的姿态。好，这个观念也很重要。好，好，那再来就是一定也会问到，所以这你们那个农书的同学要认真，那个就是最近要面试，真的认真听一下哈，对你们会有帮助的。然后一定也会遇到，就是人家问那个谁，就是那个面试的主管会问你说，好，那既然如此，那你擅长什么？不擅长什么？你会怎么回答？你一定有不擅长的，不要把话讲满，那也不要过分的贬低自己。你完全没信心，人家看了也讨厌。记得谦虚，如果在合理范围内，会让人家有好感。谦虚过度啊，没有啦，我话很烂啦，我是个渣什么的。那对那个主管而言，他的内心是很复杂。如果说，那你觉得你目前的表实力怎么样？如果你这真的回答说啊，我话很烂，我是个渣什么的，人家听了是不爽的。那是不是代表我找你来面试是我眼光有问题？你既然那么烂，我找你来面试干嘛？你觉得你烂，你回去练啊？会不会有这种心情？一定也会。所以你谦虚不要过头，不要过度啊、哦。应该要做的回答，反而应该是说，如果说他觉得你实力怎么样，说我其实不太知道我的实力怎么样，但是我很开心，说我可以得到跟那个你们给我的这个面试机会，其实对我也是真的是个肯定。我说我在画图，我这画图路上，我的朋友也不见得能够告诉我画的怎么样，他说我画的好，说我画的不好，有时候我不太能够懂真正我的状况怎么样。但是今天我得到这个面试的机会，所以我想我的能力应该是有某些特质是你们觉得可以用的，所以你们给了我这个机会。那我也很我也想要，其实这个问题我也自己也很想知道我画的够不够好。那不管好不好，我都愿意调整，我都愿意改善啊，就看那个贵公司愿不愿意给我机会，让我好好的试试看。我觉得人家爱听这个，合情合理，你给人家空间，给自己也空间啊，这样才对。好，还有，再来的话，好，那既然一定会问完哈，其实我这个应该这一集要找个谁跟我配的哈，然后找个特白目的跟我配最好哈，但我觉得里面还没有这种，好啦，应该找 Juma 啊，找 Juma 来哈，为什么呢？因为他最近老喜欢忤逆我，找 Juma 来哈，那个，我觉得 Juma 会说什么，我大概也猜出来了。哎，假设是 Juma 面试啊，哎，你为什么会来我们公司啊？啊，因为听说你们公司美少年很多啊。啊，你为什么想要做这工作啊？因为听说你们美术部门很多很棒的 CP 啊，很多男生我都非常期待他们进一步的发展，所以我一定要亲眼见证一下。我大概猜得出来 Juma 会说这些。这个腐王哦。但我如果你真的这么讲，我还真的不知道要不要踢你出去哈、哦，我还真的很想听听看你接下来会说什么，你会有什么花样？哎，
好了，较正经的。好，那接下来会有什么问题？我接下来回答，我会正常，我会忤逆版本、白目版本的讲一下正确答案版，我个人的所谓的正确答案讲一下，然后 Juma 版的也讲一下。好，好，接下来呢？好，那你既然好，那你现在你看了你的作品集，你似乎擅长画人啊、哦。我举例哈、哦，你那个男人画那个美少女都画得很不错哈、哦。那你能画别的东西吗？如果我们今天的专案要求你画男角，因为你的作品都女角，要你画男角，那你能画吗？你能不能画？就是假设我们要你画你很多你不擅长的东西，好、哦，那白目的回应方式。好，就会说，可能因为我也是亲耳听过的，就是说可以不要吗？我就喜欢画女，就是我能不能画女角会不要吗？然后我有看过一个女孩子，也是 Painter 时期的学生，面对这个问题回答，我为什么会知道？就听过人家主管讲过，啊你学生哦，啊你怎么教的？我当下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补习班我面对学生三小时，虽然面对面，但是我教只有一小时。两小时他们在练习，但是来回我不能全部推给补习班文化，可是当时条件受限，我能够给的影响也有限、哦、不像我现在课程四个钟头你们全部听我念，对不对？请我一直对你们念经、哦、然后就算你们不能耳濡目染也该知道我告诫些什么。好，那个女孩子的反应是什么？就是一个办公桌，你们去想象一下，因为我没办法把它画出来、哦、就是主管隔着桌子那种。那好，如果我要你画一些猛男大叔之类的，那你能画吗？那女孩子她也没有不礼貌，她就做了一副趴下来的动作，哦，可以不要吗？她就这个反应，你觉得对方会怎样？人家觉得你可爱吗？你少天真了，人家会觉得你可爱吗？不，怎么可能？人家就只是诧异，你有什么反应？好，这是我遇过的哈、哦。然后也会说我就是看你们公司哈、哦。作品都是美少女，然后都是漂亮的女角，所以我才来应征的。那你是更白目哦？奇怪，我发现白目的案例有够多，都集中在我。其实我以前的教育是，我以前补习班的教育是有什么是出了什么错。但不管怎样哈，未来龙族社会学院不要犯这种错哦，不要让我出去难做人哈。俊贤老师，你推荐过来的怎么样的？你怎么推荐这样？我一定回头把你们杀了哦。我会推荐优秀的学生去任职去做案件，包括我自己的这边的案件发派或什么的。但是我这边、哦、如果我找我的学生来画案件，画砸了也就算了，可能表现不够好，没关系，我们再来锻炼。但是你们出去表现不好，假设是我推荐的，会让我丢脸、哦、不可以有这种反应哦，杀了你们。可以不要吗？你要萌个屁呀、啊！你卖什么萌啊？糟糕，快被你了！哎，好，然后那个正确的反应应该是其实比较少画，我比较少画男生，但是我真的愿意试试看，那我也可以在家多练。如果说你有需要，公司的专案有需要，确实我，因为你不要跟他骗，你不要骗他说没有，其实我很会画，我只是范例没放而已。哦，这也是一个大忌讳，就是。既然面试了，你作品带去了，不管你是用印出来的本子还是用什么那个平板带过去都没关系、哦、展示给他看。那我比较推荐平板，这样直接这样翻就好、哦、不要很重的那种 iPad 的一代，那个很烂、哦、因为很重又画质又差、哦、那就用比较新的平板。好，那也忌讳那种隐瞒的，不要说隐瞒、啊、就是过分的铺张自己实力，信心过了头，直接信心涨到天涯海角那种，也真的是也很惹人厌。就是这个就不是那个面试的范例，但是它是我在大学学妹的例子。当时的有个学妹新生阶段加入社团，然后她可能就是很有自信，她名字讲了没人知道，反正她后来也她完全没有在这个领域里面，她就是很有自信，然后拿她的那个本子给大家看这样。然后当然我不好当下说，哎，你这个不行，我的比你厉害，我就等要有学长的风范，我不能立刻呛他，哎，我得了漫画家新人奖，我比你屌，你这个屁孩，哎，我已经接小说游戏在画，你这个屁孩，我不能这样，维持一下所谓的前辈风范。
那我就哦好哦好好厉害好棒，哎啊你好像男生比较少话对不对之类的。那你知道这个学妹怎么回答我吗？没有，这只是我这个那个很多涂鸦本其中一本哦，你不要会错意了，蛮拽的这样，就是一副就是我宝贝还多着嘞，那你多年怎么不带来？如果是面试更不可以这样、哦、不可以一副这种德行，就我家里还金山银山什么的，不可以这样哦。好，然后刚刚讲的答案我继续把它讲下去，就是如果你面对到人家说那你能不能试着画什么，甚至要求你能不能画 icon 画做 UI， 你愿意试试看吗？如果你这个问题就稍微麻烦一点，就是如果你真的很不愿意画做画图以外的工作，因为有时候设计 UI 已经比较不像画图了，它虽然也是美术，可是它已经不像比较不像画图了。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你真的很抗拒的话，那你得要想清楚你是不是真的要这个工作。如果你进去了，你虽然得到一个工作赚钱的机会，但是你一直做你很痛苦，每天每天连第一天上班你都很痛苦的事情，那你真的考虑是不是说明白一点。这一点倒是个自由的就是一个发自你自己意志的东西的齁，这个我就不介入。但如果你想得到这份工作，你也期待着说不定做一下 UI 画画 icon， 我之后这个公司应该不会这么对我，应该他会让我有机会画我想画的东西。如果你对这件事情有抱持期待，那你该做的回答就是说我愿意试试看，虽然我没有这方面经验，我也坦白跟你说我是第一次应征 2D 美术的工作，那我愿意试试看，不够的我会学，那就请你们告诉我该怎么学，然后或者我自己该私下去做什么准备，去找什么资料，我愿意学。有可能这样子讲必须搭配你的眼神，你真的要够表现出来，你真的眼神要表现出你的向往，你的努力，你的热情，你的对这份工作的渴望，你还是要表现出来、哦、不要说只是照我讲的念完之后你那脸还一副臭脸，不要这样 啊俊恒教的、哦、我就知道俊恒那教不是好东西，拜托你们饶了我啊，别这样。所以当你面对到他问你能不能做这个要求的时候、啊、就是做、跟他们专案比较吻合但却不吻合你 喜好的这个那个要求的时候呢，你是可以这样子回答、啊、那当然如果真的你当下怕死的做 UI， 你对画 icon 你是画的就直接会那个心悸之类的、哦、确实你要明白一点的说，可能这方面我本来是希望画图，那如果贵公司给我的工作机会确实只能未来没有办法画到图，只能一直做 UI 的话，我觉得我可能不是那么适任但是我这么讲是坦白讲，或许你愿意告诉我不一样的可能性，或许我能够试试看，或许未来在贵公司的那个在这边服务的这段时间，说不定我的想法也会改变，那就看贵公司要不要给我这个机会。这是第二阶段的回答、降一点，就是你稍微表达一下你的意志，然后也跟他们讲一下你也愿意试试看。当然我就不会再提出什么叫第三阶段，这样就叫第三阶段叫拒绝、哦、不好意思，那好，那个资料还我，我要走了。回针那个回针也还我，我就那一个。如果真这样的话了啊，好，那这是常见问题哈、哦。我无法在即使上课，也不可能把每一个问题全部翻篇给你看，因为有可能。万一真的有游戏公司，你们不要去那个哈、哦，帮我宣传实况很好，不要说哎、欸、那个那一集俊龙有讲那个跟什么面试有关的，你们这些主管来听一下，你这样不就害很多要面试破功？那我相信这些问题都很基本，应该是必问的哈、哦。那你该这么表现，你新人的态度要拿得出来。好，然后还会问到什么？我待会讲那个夸张啊，对。刚刚有那个版本忘了讲，如果是 Juma， 好像 Juma 部分最后再说，好、哦，最后再把这个问题 run 一遍。我先把静静跟公的料、哦，因为我认真在聊这个主题，所以我画的会很慢很慢哦，看能不能让它变 Snake， 应该有机会，眼神要昂然一点，
好，再来，可能问题会问到，哎，好，那接下来这两个问题我都听过，我也听过同学的回答。然后第一个是，那你愿意配合加班吗？因为我们公司基本上工作量很大，你愿意配合加班吗？白目的回答法，哈，有加班哦。哎，等下错了，可恶！啊，有加班哦，不是听说你们公司比较凉吗？我就因为你们比较凉，我才来应征的啊。那你就吃大便吧你！大家都在加班，你不加班，你凭什么？啊、哦，然后，游戏公司制作专案时间 delay 很常听说，那不加班怎么做得完？我知道你们会说，那这样很血汗啊，这样不是助长了那个资方，厂商们的那种就是压榨劳工的那种。我现在要先问你们啦，就是你们集体反抗就能改变这件事吗？就可以让老板们或者说公司的那个台湾的文化改变吗？你们集体反抗就做得到吗？如果你们做得到，那我就在你们这边。如果你做不到，当下你必须赚钱，你下个月要缴房租，你该怎么回答？我愿意配合加班，我充满热情，我愿意配合加班。接下来请自己填入喜欢的词，但是不要填入人家不爱听的、哦、要愿意配合加班、哦、那我也知道有些业界的朋友们、哦、就已经 一定程度的经验水平了，就是技术很够，然后资历也够，确实有那种在谈和就是谈就是上班的时候谈薪水谈什么的时候讲到说我不加班，我不想加班，我五点我就要走，会有这种。那就得要看这一个所谓的业界的这个大大，他拥有多少本钱让这个公司愿意配合他，让这个公司愿意下班时间放他走，这不是人人办得到的、哦、你说一定很厉害吗？不一定，有可能当下人家忍气吞声，我现在需要你来帮我画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只有你能画，我找你来、哦、举例来讲，好比是随便的、哦、可能是场景啊怪物，可能他正缺，好没关系，我先答应你，以后一定弄死你，你不要让人家有这种心情。我也认为你不该应该说适时的配合加班我愿意，就是只要工作忙大家赶不过来，当然大家要那个搭工，我既然进了公司，我们就是一份子，好，那我尽我所能协助大家，当然大家事情越早做完，大家越全部人都越能够越早离开，这是最好的齁。我觉得这样回答就好了齁，稍微缓和的表达一下你的不愿意，但是你愿意配合这一点我觉得就够了。那你们什么时候能够拥有跟人家谈判说我不加班的本钱，我不晓得，这是个人未来你的造化、哦、你的升级造化，你能不能二转三转，你到时候你那看你个人、哦、现阶段我的建议是最好配合人家、哦、啊，如果这一个回答如果让你们觉得我太挺老板挺资方那边，我只想让你们上，我想让我的学生们的画技受人认同之余能够有工作，当你有了工作，未来你想怎么转，你开始做了第一份电脑那个游戏美术，你实力会慢慢的再更加攀升，因为职场能够带给你的锻炼跟我在课堂上教给你们的它不会一样，我教你们技术理论，但是有些东西叫职场经验，你非得人泡在职场堆里你才能够得到经验，我课程怎么教不可能给你经验，我可以把我经验分享给你们，但是那就是我分享的，并不是你亲自感受到的，所以我相信你们会得到这个工作机会，然后你会累积你的实力，累积你的人脉，了解更加了解这个环境，然后呢你就知道下个工作会更好，我就跳我就转。那我确实以前也教过一个女孩子，她就是在游戏公司看慢慢转职，薪水越转越高，最后一次听到她薪水是5万多块，二 D 美术，好，我以前教过一个这样的学生。好，那如果在谈薪水的时候怎么办？好，那你希望什么样的待遇？来，问这个这一点就是也很重要，对不对？那这一点也是一个我不太敢过分干涉你们，但是我讲一下我的看法。新人领2万出头，这个大概是你跑都跑不掉啊、哦，在咱们的不管哪一个党领军的政府能够提高基本薪资之前，你都要接受一点，你是菜鸟。你可能是全公司美术里画最烂的，那他给你底薪，你不喜欢你就不要来应征。但他愿意跟你问、跟你谈，然后那你如果很渴望这份工作，你该怎么回？你要回答他，
我没有任何资历，我愿意配合公司的制度，看公司觉得我现在该领多少，我愿意配合。那我也相信公司是，我如果越表现越好，我当然相信公司一定，就像贵公司的所有同仁一样，我相信公司是，贵公司是不会亏待底下员工的哈。只要员工表现得好，我相信贵公司会给予一定程度对应的那个酬劳薪资啊，我也是抱着这个期待。但是一开始我是新人，我什么都得学，我什么都得要好好适应，好好帮忙大家。所以呢，我愿意配合公司的制度。你也不要跟他讲好 ，OK， 不好意思，我就领22K。好，你也不用这样，你就配合他们。好，基本上你是个菜鸟，你要多少钱不是你说了算，是人家说了算，你只能听，你只能等，你只能看人家要不要。然后我再回答一下白目版本哦，白目版本我听过的，我真的是我为什么刚刚讲的回答了白目的问题啊、因为就是这些问题的白目版本的答案，很遗憾，它几乎来自同样的人身上，不是同一个，而是只要人家一白目起来了，你回答问题就真的是什么，真的是颠三倒四，没有一句爱听的哈，没有一句让人家听爱累哈。好，白目版本是这样。我是听我们老师讲啦，那个厉害一点的美术都有3-4万块啦，那我觉得我的实力应该可以领这个钱吧。我听到这样的，我刚才说冰的，但他我必须说很幸运的，我不是他老师，我不是这个人老师，我要真的是我自己把自己掐死算了，我怎么会教这样的学生。我真的这个是算网友，虽然他称呼我为老师，但他算是网友、哦、不要怪我在撇清关系、哦、不要怪我故意把都好像，但是我真的我没有，我不会这样教人家。像我在课堂上，你们有时候的同学们、哦、你们知道我是怎么教的，我多么注重你们的观念，我要你们谦卑谦虚，我要你们随时随地要知道竞争跟学习、哦、我才不会这么教。所以这个德性呢一定不是我教的、哦、我也没有说他一定是谁教，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说我在课堂上给的观念不是这样、哦、好，那以上大致上是一些基本的问答、哦、然后我把我知道的白目版本讲一下，然后我认为该表现的态度正确版本我讲一下，其他的靠你们了。然后打扮勒，穿着打扮勒，我说过了哈，人家不喜欢新人很有个性，当然有可能个性到一个特色，人家哎这个有意思，我们让他进来看看，那种的话很凭运气，你怎么知道人家对你的个性是带着欣赏还是带着厌恶，谁知道。所以中规中矩，然后鞋子擦干净，知道吗？你不一定要穿最新的鞋子过去，因为那显得太刻意，带着一种假象。但是你的鞋子要弄干净，鞋子很重要。你们人人在面对面一定看鞋子，鞋子脏的话你对他印象不会好，所以鞋子要弄干净，切记、哦、然后衣着打扮，你不要就是整齐清爽，这很重要。然后你不要就是身上所有该戴的环都戴上去了、哦、鼻环、耳环什么鬼的全戴、哦、不要麻烦，不要这样，你进去之后再这样哈。哎、哦、哇，我改了什么？有吓一跳。好，然后我现在来回答 Juma 版啊、哦，化妆要，我认为要化个妆，代表。你们知道日本跟韩国人女孩子都会化妆知道吗？你们知道他们都化妆吗？那好像变成他们一种礼貌，你不化妆叫不礼貌，还没有说你漂亮不漂亮，化了妆之后有没有更正，都不谈这些，你化妆代表你一个服仪打扮，在那个日本韩国是这样。好，那当然这个扯不上什么叫物化女性这一点，你们知道吗？我在台湾，我就是我们在像我在沙鹿，我们在这附近有没有，像我在沙鹿买那个星巴克咖啡，就看一个中年大叔，哎，怎么好像日本人？
你们应该知道吧？亚洲像日本、韩国、台湾，我们长得是很像的，对不对？但是为什么我在看那个大叔，我一看我就觉得他是日本人，因为他打扮得非常干净，然后头发梳过、上油什么的，就整个是那个展现的氛围叫绅士，就 gentleman 这样一个绅士。然后我就走进去买咖啡，就真的讲日文呢，就是标准你听知道那种日文，就哇，那为什么给人家这种氛围？为什么他们这么做？因为他们尊重，当他面对外人人群时候，他必须把这一份这一个用心表现给他看。那你们该不该呢？你要求职哦，你该不该？我认为如果你能化妆就化一下吧，但是淡妆不要浓妆哦。虽然我对化妆一窍不通，但是我觉得浓妆艳抹那种事情，我看会，我个人都很豆短啊。不好意思，我可能个人品味啊。讲了什么？好，来。我倒杯茶，再来就是Juma的求职啊。我从第一个问题开始回答Juma会怎么做。今天很开心啊，我那个拍了那个 BT 跟威蒂的亲密照，情侣装，我让Juma彻底的心碎啊，非常开心啊。今天是7月3号，今天记下来，2016七月三号，咱们。讲宅男吗？还是怎么样？哦，反 BL 联盟的一个胜利哈、哦。乐的嘞哈，今天应该庆祝一下。哎 ，Snake 怎么画？等一下，我先讲一下 Snake 怎么画。首先头巾，还不够好看，我知道哈、哦。别要求那么多哈、哦。我一路讲这些微博，然后还 一路这样改过来，改图当然有它的，就是有些时候重画当然一定是画的会比较好，但是我们改也能够改出一些样子来哈。Snake， 希望我没记错他的长相。我讲这句话当下怎么了吗？啊，对，我们龙人谷哈，龙谷已经被灭掉很久了。即使我们再一次输掉第二战，你们怎么挑那种我还在忙课程的时间？梁子，你这样很不够意思啊！你有没有考虑到老师现在在忙那个忙自己的暑假课？我还有很多什么影片、什么那个绘图步骤什么要慢慢弄，展示课程威力的。然后你那边给我弄截稿日，截在这两天，你不是故意要让我惨败？所以梁子，你一心是向着他们啊。好，来，首先开始求职了，然后 Juma 呢面对第一个问题，我刚刚回答第一个问题已经回答过了，就你为什么要来我们公司应征，然后你们美少年很多啊，然后你们好像有，我据说你们的某 A 大大某 B 大大他们感情很好，我想进来一探虚实，我好希望他们在一起，你求求你给我这个工作机会，我真的想看他们在一起。主考官应该乐歪掉那样。好，我刚刚问第二个问题是什么，你能不能谁帮我提个词？提个词就是讲一下我刚讲我会忘记，而且 Juma 版本我需要脑袋要切换一下。好，那你擅长画的，你擅长画什么 ？Juma， 你就Juma 要怎么同 ？Juma 同学，你擅长画的画什么？我看你的图里面都一堆男生，还在那边滚床，你到底你是这是你最擅长的吗？你有没有别的东西？那Juma会怎么回答？啊，没有啊，我这辈子就画这个而已啊。我在应征你们公司，我也是想进来，从头第一个专案到最后，我就画这个，画一堆男人滚床就对啦。我只想画这个啊，然后眼神闪烁。主考官在你面前，他很火。好，再来下一个问题，那你能不能画一些你不擅长的，例如男女正常的男女角色？男欢女爱的，王子公主的，你画这个可以吗？我们需要这种作品。Juma 会怎么回答 ？Juma 的回答你们逻辑上要搞懂哦，就是你们如果以为说他面对到这问题会讲说，我没办法画男女哎，我天生不适合哎 ，Juma 不会这样回答。Juma 会怎么回答 ？Juma 会说，哎，我跟你讲。
真正的爱情就是 BL， 男男才是最好的。所以你们在思考游戏怎么制作的时候，要想清楚，男女那一套那个是会让地球灭亡的。要让人类的爱情升华到极限，你们就要开发男男游戏。所以呢，我只会画男男，你们呢只开发画男男游戏，这我们是绝妙的搭配。你要相信我，你要听我的，然后眼神再次闪烁。我现在。主考官应该会气到歪过去哦。再下一个问题了。哎，九马太有戏了哦。我弄你，我弄谁？啊，下一个问题怎么？我想想，谁来提个词啊？好，那个等一下我也忘了下一个问题到底我当然第三第四问题是问什么，快点谁来帮我提一下我才能够模拟，因为我现在切换到 Juma 模式，我想不起我刚刚那些问题是什么，谁帮我那个提一下薪水，我知道但是薪水是最后一个，来再来还有没有，我记得薪水是最后一个加班，好，还有没有？我记得还有一个，有没有？只剩下薪水跟加班吗？好 ，OK， 那没关系，我大概知道了。好，那 Juma， 这样好了，你愿不愿意？好，你不要，我们不要求你画角色。那你可以帮我们画 icon 吗？假设我们公司派你让你进来，你就是要帮我们画 icon， 那你可以画 icon 吗 ？Juma 会怎样 ？icon 可以啊。icon 都是什么？一般我们知道 icon 是什么，可能是按钮，对不对？然后可能有个火焰的符号，就是按钮。那我可以画这种按钮吗？我可以帮它做几百种变化哦。我还可以像这样哦。这种 icon 我很厉害哦。好，那我也可以这种 icon 哦。我很会画这种 icon 哦。你用我就对了。就是这种会千百种组合的 icon， 哇！那主考官应该当天递辞呈。然后有些那个技能搭配，我早就帮你们想好了。那 icon 就是这样子啊。我早就帮你想好了，那 icon 就是这个按钮，这样就大绝招。我知道现在一般要牌卡要升级或者游戏要升级，我都已经帮你们想好了，也可以这样哦，串下去哦，真的你们就照我这样做就对了，保证你们游戏大卖。哎，我发现我完全揣摩到 Juma 的精神。好，那你们愿不？那 Juma 这样好了，我别的我也不问你了啊。那你要不要？你能不能配合加班？我们可能公司工作很累，我们要配合加班。Juma 会这样回答，他眼神闪烁，发这根本是发光线的哈。当然要配合加班啊，晚上是男人与男人爱情萌芽最佳的时刻，我好想看他们下班后会干嘛。可以的话请让我住在公司，我只要一个睡袋就可以，请务必让我加班，我看大门都可以，但是整栋楼的钥匙我都要有、哦、然后那个每一个主管的那个这个扯不下去了，但是舅妈大概就这样吧，是不是？好，最后舅妈，那你愿意，你薪水，你觉得你该拿多少待遇？我不晓得，这一题我还真的不知道Juma怎么回答。好，我觉得Juma上升的不太够，我想一下，害我的Snake画的完全不像。Juma会怎么回答的问题？薪水哦，没关系，我其实不太在乎。我不太在乎，因为我处在一个可以
见证许多男人爱情的地方，再拿钱就太真的是太奢侈了。我愿意无偿在这边工作到六十岁，做到死，我要见证大家的爱情到最后一刻。但是有个条件，公司呢上上下下这些男人们上班都要手牵手，去厕所上厕所也要手牵手。只要这样子，我愿意做义工一辈子，不用给我钱。唉，我不知道是哪个公司会疯掉聘 Juma， 但要是真的这样 Juma 这样子也让人家聘走了哈，我除了恭喜也不知道该说什么。然后 Juma 会自愿当那个类似康乐股长那一种，然后帮大家办活动。哎呀，我们这一次中秋节的那个联欢晚会，然后第一个活动呢就是，某 A 会师帮抓着某 B 会师的手去烤肉，夹夹子烤肉这样子。然后活动大概是这样，那某 A 会师要穿一头在这，某 A 会师，然后手要背在后面，然后另外一个呢藏在后面，穿一件大袍子。我看日本有个活动，后面的手是另外一个藏在后面的，然后他们要烤肉，然后两个都男的哈，这就是验证 Juma 会做的那个符号。好，然后拿夹子夹牛排烤肉喂他吃。我们就是设计这个活动。然后再来呢就有国王游戏，国王游戏呢最低惩罚都是男男垃圾，高一点的惩罚呢就是留宿在公司，然后 Juma 监要你干嘛你干嘛，Juma会在旁边旁观。好，以上相信大家对我这个学生 Juma 一定会有一个最粗浅的认识。我说哇什么东西啊，我的天哪，不够帅，没关系慢慢来啊，时间十一点半。好了，我必须花一点时间回魂。就嘛，你看我把你的性格推敲的这么仔细哈、哦。我发现这样讲完超花力气的，讲完之后我会忽然间整个忽然间没力啊、哦。好，那有关那个求职部分哈、哦，虽然我没有，还是这样老话一句哈、哦，我拥有的经验呢是。我自己身为一个经营团队的人，我面对到人家来应征，我可能会想要的人，想要听到的答案，以及我的心态。那有没有别的问题？如果你要我模你也可以出题目问我，然后问我说那 Juma 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可以，你问我立刻 Juma 上身。马上我就告诉你们 Juma 会回怎么回答，应该是我工作告一段落，跑远跑近跑到一个段落，我明天不用再出门，明天不用再上课，显得异常的嗨了点。Juma 去睡了吗？没关系，让他睡，不要吵他。你对进公司后未来的规划，首先我想要发起一个那个 Juma 会这么说，我想要让大家在制服大家上班的穿着先做一些改变。基本上我希望每一个男同事上班可以穿女仆装，然后或者那种执事装啊，这个都可以任选，但是要由我来指定，好、哦，当天穿什么，也就是说，我 Juma 我说今天礼拜一、礼拜三、礼拜五穿女仆装，男同事们就要跟着穿。我会首先发起这个对自己服装品味认同重新调整的一个活动，都没有提图要怎么改哈、哦，都没有啊 ，Juma 就先这么规划。
渴望在公司中得到，渴望在公司里面见证爱情，就这样。他对男的跟男的的爱情，哎，对员工旅行有什么看法？哎，哎。好，再来，算了，不要讲点别的。完全变累了哈，忽然变热了，为什么？从工作当中学到什么？有关那个，我看今天整个彻底的龙人股反击成功哦。好，再来我要看一下这个怎么变 snake， 我是震惊了，该画一下。我一路我们被 Juma 在图上压着打，然后更让我就囧的事情是什么？第二站一堆人倒戈，你们是有参加图战的知道吧，那个第二站一票人倒戈，我的妈呀，唉，我真的感受到什么叫内患，这什么前后夹攻齁，我画的 snake 很丑，没有啦，我一边在聊不正经的齁，一边画。我应该还是再吃一颗喉糖哦，把它结束一下。现在是该来，没有啦，我吃喉糖只是纯粹含个东西哈，然后润喉。Snake 不行，我还是看一下 Snake 的图好了哈，我这样自己瞎蒙的话哈，不行 ，Snake 是我的英雄，不可以让我这样乱掰。等我一下哈，我找一下 Snake 的图 ，key 一下。Snake Big Boss， 不过那个我现在画那个什么五代的那个 Snake 很老，我应该要画三代的 Snake 会比较好，五代的实在，我看一下三代的 Snake 哈，三代就是真的 Big Boss， 然后五代的话是，不过那单字怎么念呢？就是毒蛇哦，假 boss。好，找到一张照片哈，我用这个照片当参考。那个，我上课，其实我声音可以很洪亮，像今天那个在挖探活动的会场，然后那个活动的负责人哈、哦，就拿了一盒喉糖过，又那个什么华达还是什么的过来，就是老师这个给你吃，我说不用啊，我有自己的喉糖，我是吃那个 Airwaves 那个超凉那种。我说没有，老师因为我们的麦克风坏掉了啊。其实我很少，我是不需要麦克风，除非大舞台啦啊、哦，大舞台我要麦克风，但是那种教室那种，不过今天是来好像来了40几个人，对不对？四十几个，四五十个吧，应该不到50人哦。
害某些人站着，不好意思啊。因为我们这些活动这次也是有控制，不要让大家站了，因为它空间没那么大。但是其实人很多，然后站得满满的，我也很热了，只是还是很不好意思，内疚跟热同时存在哦。一代的当然那个 Solid Snake， 一代的 Solid Snake 是我最喜欢的版本，所以他的脸是马赛克哦，但是我最喜欢的版本，他鼻子很大。我旁边有那个参考的那个电玩游戏的照片哦，稍微看着画一下，一下子被Juma附身，不知道为什么。附身之后发现是那个很娘，有没有发现我刚刚画的是那个很娘，爆娘的，也不知道为什么。对啊，一代没有，一代是你要看那个对话的画面，那个啊，他们那个无线电通信的画面啊，你要看那个吧。一代要看那个是插画，新川洋子老师画的哈，他那个插画很棒。当然不是看那个 3D 啊，3D 能看哦。等下我的照片不见了，哦，找到了哈。然后下巴没有，他下巴我看了那个这个 3D 模型哦，下巴没有这么分明哦，是这样子。就是他是一个既有角色，然后他又是轮廓很深那种，然后我凭印象大概只会画成另外一个大叔齁，没有办法画成这个 Snake， 所以我看那个照片吧齁，看个应该都看个游戏画面了。这个比较像一代对不对？好，那因为 Big Boss 是瞎眼独眼，然后大量的胡渣，一整个亚拉冈。Snake 设定是我那个窗户那个纱窗上有一只壁虎，特嚣张，我很想开摄影机，然后看你们，就让你们看我怎么把它击落。我用橡皮擦一丢，它就往外面弹出去。但是还是算了、哦。好，并一下吧，就不留了哈、哦。红色头巾是我。随便拼的颜色，然后我来调一下五官。他设定是日本人没错啊，但是那个雷电就应该是老外的哈，因为完全是一个外国帅哥的脸。然后五代，我之前实况有讲到哈，就是我是抱着遗憾。结束五代的哈，我每个都达到全 S， 我好像那个时候实况还秀给你们看全 S， 但是我要的雷电装没有出现哦，因为雷电装需要它的条件哈，雷电装需要的条件是那个你要过所有的任务全 S， 那我有刻意把两个任务藏起来，那个就是透过那个基地徽章的办法哦，因为基地可以设定徽章嘛，然后基地徽章的话我设定蝴蝶，那如果设定蝴蝶的话呢，那个 quiet 就会一直留着，那他的两个离开的任务就不会触发。那也就是说，我们要是这样一直不触发这两个任务，我就没有办法达到真正的全 S。那没有办法真正的全 S 的话，那就没有雷电装。因为巴哈的那个网友们讲得很实在，就讲你要女人来要衣服啊，因为 quiet 是女狙击手嘛，你要哪一个挑一个。就是他两个不能同时存在，然后又不可能重玩。就好吧，算了，那我要留着快好，然后把那个把雷电装这件事给忘了哈，要想要雷电装我就去玩那个什么，玩那个雷电哈崛起，再复仇，你们哪一张头发比较明显一点？他头发其实没有那么长哦，被我画得太长了，好，没关系，先这样。哎，可以全任务再解回来，有东西可以解回来哦，真假的？
对，我是选了一个超纯的版本哈，英文字幕，然后日文语音的哈。那字幕可以改成日文的啦，后来我改成日文的，因为我没有办法一边听日文发音，一边看英文字幕啊，我真的太高估自己了哈。好，我对，没错，完全你连基本的一两个好懂的什么日文单字，你就根本你也开始听不懂，因为会受文字影响哦。那是两个语言都超通熟的时候，可是我觉得再熟也做不到吧，因为你会那个啊，就是好比说你有两个人，左边一个，右边一个，一个跟我讲国语，一个跟我讲台语，我会混乱掉哦，我当下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应该人一次只能解读一种文字意思吧，两种你都熟，你也不能同时啊。然后底下头发比较长哦，不过好像太黑了，是不是？回归日好 ，OK， 那知道了哈。既然他能够，那这样我就把它全部解一解啊，然后把衣服弄到手。可是应该不需要那个原爆点的记录吧？因为如果还要原爆点的记录，哦天哪，原爆点！我那个朋友，我有朋友借我哈，一个 Jackie 哈，做 3D 的老师，他有借我，但是我还没开始正式玩，我都试了一下而已。好，配那一套蓝色潜行服，我觉得我这个画的好丑哦，我觉得我今天气力放尽哦，画了一个老头，然后模仿 Juma 讲话，气力放尽，啊，要这张图报仇的。当然了，胡渣是必要的，因为这个没胡渣很奇怪。然后嘴巴很大，就是他的嘴巴其实很宽。好，再来加加看哈、哦，有可能会失败的那个胡渣，神笔三上。哎，画之前呢，这个图层透明度先降一半啊、哦，然后再开始画。然后，说不定加了胡渣，它就会比较有味道。你可以加这样哦。Snake 其实也可以，风情万种哦。哎 ，Juma 是没在线上，我好想看他的反应哦。我刚刚这样一直模仿他，我就想看他反应啊，然后他没有回。大概今天那个维卡这一组决裂，应该给他造成不少精神上的打击。先画多一点啊，因为你要画的那么短不好画，先画再擦。他就直接去睡觉，可以这样呢？那再去睡觉之前的反应是什么？好，插弱一点哈，因为这个要慢慢添。好哦，他说明天看重播 ，OK 好，那他再被虐一次，然后我可能自己再把这影片剪一剪，就剪一下我模仿他这一段，然后我再私讯贴给他，哎，舅妈看一下这个，我学的像不像？学超像的哈、哦。那为什么一定要分一层呢？因为你如果直接在原本那一层画，很容易太浓。那这种效果没有办法立刻好，就要慢慢修。好，到这个阶段就可以并了，然后要淡一点。我有一个偶像哈，叫艾弗森哈，我画他的脸也画不像，因为我好像到很后面才发现，哎，艾弗森有胡子哦。这个是很该死的一件事哦，明明他是我的偶像，然后他留胡子第二年 NBA 就开始留了，我居然都没感觉到他有胡子，明明他的海报啊、B
笔记本什么的一大堆，但是我居然没发现他有胡子，这到底我在想什么？好 ，Snake 蓝眼珠是不是？好，再进一下异化。我实况哦，有的图都画不顺，到底为什么呢？因为太轻松了吗？还是怎么样？哎，这边有没有五 T 的同学？就是目前正要上那个平日班上完，周六班也快上完的这个五 T 同学哈，我真的最后一个那个范例想要展现给大家看一下哈。Snake 先给他丢那个，先到一个段落来，那我要把 Snake 眼那个再修一下下，眼神要更锐利，如鹰一般哈，就把这上那个眼那个上面都压下来。Snake 这种角色，我觉得他眼神做得超好的，好像这个眼神的深邃。我没画好，好，那我之后再找时间把它画好。Snake 要画就要画好，他没画好就是我的错。这样大概可以吧，你看这个改变好，那就比较彪悍一点。再来呢，上阴影，不用好，你说那个是日本设定是日本，那为什么要让他那个戴那个蓝色的那个，就在眼睛会变成蓝色。这一点，因为我没有比较，等一下，他三代好像也是蓝色眼珠哦。三代是 Big Boss， 他也是蓝色眼珠哦。这个是不知道哈，不知道为什么他要做这样的那个视觉的设定哈。我觉得没什么不对啦，就是有时候，日本人的轮廓，因为亚洲人的轮廓，你在表现一些作品可能不太适合，就简单这么说，你们看很多外国人哈，那种青少年，他们 cosplay 就 cos 超好，身材就不要讲了，就像那个脸的轮廓的深邃哈，表现那些角色就表现得很好，对不对？所以亚洲人确实我们轮廓没有欧美那个白种人哈，他们自以为优秀，确实好像有些地方确实视觉上的美感也够了哈，然后。他们的那个轮廓比较深，但是你如果好，那既然轮廓要深，那我们把角色设定成那个，就直接设定成老外好吗？有时候会因为某些不太确定是不是民族性啊，因为游戏我们跟日本人开发的游戏，我为什么要设定一个老外？其他角色是老外啊，那问题我希望这个角色是我们日本啊、哦、大和的继承大和精神的那个角色。这是不知道的啦齁。但是让它轮廓深一点那个，我觉得是我在画，如果我有机会画我也会这么做齁。这样子轮廓深的多了齁，加了这一个。还是采用顶光。好，那我就不细调了，也不细修了哈，就找时间再画，因为毕竟也是得知道今天这张的目的是干嘛哈。本来是教你们画这个东西的，对不对啊？如果有那个遇到要画大叔的啊，来注意哈，帮你回顾一下，要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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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最后这样是我自己在额外加的啦。好，那个有。私讯问题是问说，那上课的完稿范例会画到什么程度？完稿范例就是以那个我的 CG 绘师的那个培训班哦，最后我总要讲一下哈、哦，完稿画到什么程度？其实这一张很好懂，在我的第三梯，因为我最近一次开第四梯了哈、哦，第四梯跟第三梯都有哈、哦，那完稿大概画到这样。因为我们会教角色完稿，然后那个时候会画到这个程度，好像3T 的同学应该都有印象吧，不是画了两个精灵吗？
两个那个美精灵哈、哦，我看一下图还在，哦、还在哈、哦，来，来我拉给你们看哈、哦，这是我上课在 CG 绘制班最后一张完整插画会画的，后面都没有再动过，我也没有再修过，就上课就画到这样。当时第三梯周六班的应该都看过，我们就是练这个品质的图哦，带大家如学习如何画到这样子。那平日班我记得是这样啊、哦，没错吧？哦，平日这一张我只有在后面把手指头修一修而已，其他的也没动哦。就是我们，如果你想知道我上课的教学品质是教什么样，绝对不是实况瞎画一通哦。然后这一次的那个。让两个班级的同学互相看一下，我不知道你们私下会不会互相分享哦。那我自己开给你们看一下哦，就是高阶的，就是这次高阶精灵主题呢，我们只有一个完稿，因为我们那个三大精灵主题嘛，就是五 T 课程的那个只有一个完稿，你们知道吧？因为其他都不算完稿，那就练材质，练软硬材质，还有练光影，然后练科幻设计。我们只有一个最后画女兵才是完稿，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两个班都可以看一下，然后不是我的学生也可以看一下，如果你对我课程有疑问有兴趣，我当然欢迎你看一下、哦、最后记得是这样、哦、平日班的最后一个科幻女兵、哦、机械科幻女兵的最后是这样，长这样，有印象吗？平日班的同学、哦、有印象吗？最后科幻女兵的那个整只长这样，步骤其实我也可以点出来给你们看哦。这是最后，这个档案是留效果嘛哈、哦？这个应该平日班应该记得。好，然后周六班的话是长这样，然后不要跟我说我平日班画的比较好，周六班画的比较好，那个我是都尽全力的哈、哦，敢这么说我把你们头扭掉。好，周六班的那个。全角色就最后的范例我是怎么画，是这个吧，周六班的长这样，上课我们上完的进度就是这样，记得吗？这是昨天的，那今天复习就上这个，记得吗？好、哦、这是我们的品质啊、哦、如果你对我一直在观望我的课程的，想知道我会教什么的、哦、这些这是我上课会教的，我直接就我们示范的内容，我没有哪个地方是自己后来偷偷加的，没有、哦、我们上课是画到这样的，教到这样OK， 好，那我也认为这两个女兵弄得还不错哦，就给大家欣赏一下。好，那示范一下，展示一下让你们看哈。没有那个。问我有没有色盲，怎么画图？哦，有色盲或者看颜色怪怪，那个是你如果觉得色彩怎么样，那是你的观感啊、哦。我有我的观感，我认为我没问题啊、哦。当然，你有可能图我的图，你可能看你觉得有问题，但我相信我今天职业创作，我能走到今天，我不会是个有问题的色彩。OK， 好、哦。但这个其他同学不用理会。OK， 我来回答就好。好，那差不多了，好、哦。盔甲那张周六班也是一样吗？盔甲什么意思？周六班哦，不一样。周六跟平日两个都不一样。好，那我们要下课喽啊，不是下课，实况要结束喽。好、哦，那个下一次礼拜三哈、哦，也可以还是可以讨论图。好、哦，那我会在一样好、哦，我会发公告让你们知道，所以你们就可以把那个把图再贴上来，因为今天没办法哈、哦，要回答，就是要帮那个接下来要。面试的同学哈、哦，准备一下问答，然后示范一下你的那个，就是说可能会被要求到画老人的话，如果你只会画萌妹子，那怎么改？好，那而且还要模仿 Juma， 很忙哦。OK， 今天到这里了，好，那咱们礼拜三见哦。OK， 大家晚安，早点睡，拜拜。